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由我们徐歌林啊徐老师带来演讲哈，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他，谢谢。这几天来哈，直接上高级班，没有上过初级班，请举手。哇，蛮多的，好，请放下。回去一定要补哈，补回我们的初级班，因为很多基本知识哈，基本常识没有上来上这个，有点勉强哦。因为我是基于一些大前提之下发展出来的哈，我是个画画老师哈，我有一堂课哈很特别，这一堂课哈叫做跳跃性思考。什么叫跳跃性思考？就是我给他一个物件，那个有谁在那边讲话，请他停止好吗？要不然就出去，我上课的时候不要影响到我上课。请他到外面去，把门关上，讲话。来，跳跃性思考。那跳跃性思考的话，就是我给你一个物件，第一张哈，你先画一模一样的。那第二张根据第一张做变化，然后第三张。啊，今晚来开戏哈，我们就从第一张开始，这是叫艺术解码。但是我这个是，这课会串到很多东西。好，来第一张给大家看一看。来头一张，来这是什么东西？啊？刚才看到往来村的拢看袂着呀？啊，这里不是有天空吗？还、啊、有海啊？那敢看到往来？是谁叫因敢去找往来？往来以外你拢看袂着呀？无啦，即摆上大是啥？上大是天空嘛，啊个海嘛。你应该讲，天空啊，海，还有往来哦，安尼才对嘛，对吧？哦，还有一条往来哦，就面积来讲，往来不是最大，但是你也注意到往来，所以你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看事情哈，我都全面的性，那个议题都已经被他设定，因为主持人的教育，来讲，主题马上找主题，啊，主题如果不是凤梨呢，它是配角怎么办？对，来下一张，我就是用刚才那个往来哈。没有错，你们讲往来，我给小朋友看到那个往来料，我可以用跳跃性思考为往来。接下去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哦，你紧看，看这里面有几条往来。啊，待会我来问，问讲恁里面发现了，我一边讲，时间一直在算哦。里面有几条往来？啊，我缩短好了，秒就开始。就问里面敢看到一条往来，请举手。学龄前的哈，所以不要把它要求太严格。看到一条举手啊，看到两条。有无？我举手，好，放下来。啊，看到三条，我要做测试，我才知影讲你们对艺术这款物件认知怎样？看到三粒往来的，请举手。啊，四粒的有无？哦，超过吼、哦，五粒以上的有无？请举手。我一个人无举手，这是怎么回事？来，过来，看到一粒的，请举手。两粒的，对，我袂记问者，一粒拢无看到的，请举手。我先来讲，这是学龄前吼，就是还没有上小，差不多小班的，所以你不要要求太严格。小可先往来，你来讲啊，再往来，好不好？过来，一条拢看袂到，请举手。小可形容会使啦，不要要求那么严格。人在小班呢，小班那叫有话好，对吧？有啦，拢有看到哈。大家同意，头一条恁看到相信往来是这条对吧？有行无啦？袂歹啦，小学生话不又。大班化、小班化这样都不错了，中班左右了哈，还、有搞哈、来，我来讲，这不计搞，这是天才。啊，您今晚看我，我导导跟您讲哈。所以跳跃性思考，以物质跳做啥？那下一个是什么？看到两颗凤梨的人，他看到什么？啊，下一个是什么？家，无嘞，我一家够几粒嘞？太阳，对吧？往来西安那看到太阳。啊，怎么看的？安那看的？往来是安怎变作太阳？无切咯，你即马画图拢无要切的哦。我嘛不准小孩子给我课堂上面切凤梨哦。你看一条往来吼，去变来变去看。阿边来看？哇，这班较特别嘞，别班都有答案呢，真咱这班那无答案。从正上方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往来。哇！你往来敢敢安尼看咧啊？你会当有顶管看来无？
我顶管正上方看来，爱长长的，唔得变到安尼去，对吧？啊，你若讲凤梨下骹看，爱长长较大的，你剩的就变到安尼一粒一粒走出来，对吧？是不是啦？嘿啦，我屁股看起来就安尼啦，对吧？哦，安尼会使吼，啊个哎呀好，一个跳，啊后一个当然嘛，一个嘛较大粒嘛吼，啊是安怎？一个变做一个，你安尼看？我拄只在讲无切开，你搁第一切开，我的小朋友的上课不准切凤梨啊！我给你一条来，你随在你看，但是你卖去切，安尼会晓未？这边来看，啊对，拄只是从下往上，啊现在从上往下看，对不对？啊所以常常有招一家，对吧？但是他把它跳成，刚才想成太阳，啊今麦想成什么？时钟，有人讲时钟哈，啊想到怎样是时钟？你来看，顶管有数字对吧？啊，数字对都要开始下，一二三啊，下个队，下个队，下个二十七级呢？啊，你也知二十七级习近，学龄前哈、哦，不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时，但是你来问一个问题哦，刚为什么二十四小时？三十小时干比赛，十小时干比赛，像规定工一天一定要二十四小时，谁规定的？你在想哦。那为什么每一个小时六十分钟？为什么不是一次一百分钟？你有想给我？啊，为什么每一分钟六十秒？为什么不是一次一百秒较好算，还是十秒较好算？这个代志不要简单哦，不是恁现在有哦。啊，时间为什么一定往前走，不能倒退走？时间为什么每一秒钟是按照节奏在走？为什么不能忽快忽慢？时间是谁定的？很玄哦。我问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哦。哦，好，但是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时钟，啊，那一支时钟内底有几支针？上侪啦，上侪咱看三支嘛，吼、哦。啊，这画几支？不止四支啦，一、两、三、四、五、六、七、七支啊。啊，是啥意思？有深有浅嘛，表示伊这时钟的迄一个走，有厉害不？有近有慢，伫走嘛，时钟伫走，你都要表示有深有浅嘛，对不？就表示这时钟伫行嘛，对不？趣味啊哈，愈看愈趣味啊哈。啊，过来，伊这个想啊，下一步想要对去，有人又会出来，算作伊厉害。来，这小朋友下一招想到哪里去？向讲诶，向讲牙签来，一看到啥？刀子都要有刀子，哪里有刀子？那个是叉子，他这把它当想成披萨，很好，你看到了，应该想成披萨，因为圆圆的嘛，他觉得很像披萨，就来一个叉子并披萨。所以第一步跳到这个太阳根据凤梨，啊这时钟根据太阳，啊这个根据这时钟做的披萨。啊下一步一下，即阵吼这小朋友搞偷解偷解物件，你怎样讲？用笑，我老师我借一把尺，啊你有刚刚就奇怪。画凤梨啊，我就问讲，往来正常人拢会想啦，往来内底敢有一条绳，讲第一个都要用手来画，没有吧？你画凤梨会用到尺吗？不会嘛？哦，啊，这小朋友用嘞，啊，但是我这老师嘛真特别，讲无要紧啦，好哩，我咧一支手，啊就开始画，啊，结果伊画啥？画这嘞？啊，这是变做啥个？嘛，伊不一定要像什么，伊本来是这個。啊，再跳到披萨，啊，佫跳到这，啊，是安怎想？我来讲，这个好像是一个轮胎啊，滚过去了，都变成一条造出来。啊，数字在一二三四五，啊，一片片叶子刚好在同一个方向，内侧，有厉害不？天才啊，是不是天才？是不是天才？本来是三度空间的图，画成加上时间变成四度，再拉回一度时间。啊，厉害哦，变成线性的哦。啊，那阵有其他老师说啊，徐老师你想太直了啦，你用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子身上，哦，你把他想得太伟大。我说没，啊，怎么看？你看他顶管画啥？除了这几项以外，一个画一个东西，汽车啊，汽车下面是啥？车下面是画啥？马路，嘿，对，这一堂课还比上一堂，顶上一堂课说汽车下面是轮胎，我说汽车跟轮胎是倒规定的，对吧？啊，汽车也看到是轮胎，你知道吧？汽车是包括轮胎啊，轮胎也是马路嘛，吼，一个叫轨迹啦，都、就是连那赛给有一个 track， 有个轨迹造出来，对吧？
所以这那是链啊，啊那行在路顶安尼，世界就变成一条顺，对吧？轨迹就拉平了嘛，对吧？好厉害不？天才啊！怎么证明他？啊，后来果然是天才。这是十五年前外学生会，而且今嘛是在美国很有名的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数学、托普学，主持人都看得出来嘛，这种天才嘛。他在不同的向度来对悠游自在，大班都安尼啊。啊，我迄阵细汉迄阵我看到这张图吼，嘿，我迄阵看到这张图，我惊一下，我甲因顶个爸母讲，顶个上出国，这小孩子不得了，这是天才。结果因爸母还是不听我的劝告，改升个正常的小学来对。啊，过无一冬，一顿来挖画室，叫伊回笼来，啊，就很像凤梨的凤梨，完蛋了，就可怜嘞。我请问你哈，如果老师叫学生画凤梨，哎，搞这张抓出来，你觉得怎么样？老师也对一样咯。来，咱的小学，咱即卖所有的小学，你也搞一张出来，会怎么样？去边啊罚站啊？点点啊？你在胡闹啊？对吧？啊，怕一个60分哦，勉强及格啦，啊，给你羞辱一番，对吧？所以天才到我们的教育系统来，对，并给我们安那糟蹋去，对吧？是这天才在你的眼中，老师眼中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小孩子，坏小孩子，笨小孩子呢？那怎么办啊？咱的教育系统不是给咱的人的人才造出来，是压制掉咱的人的才能的。所以咱的教育系统有问题，大有问题呢。不是在开发你的潜能呢，是压抑你的潜能呢。所以你经过一个教育系统来看，只有一种思考：凤梨要画得像凤梨。你是这种教育的人，相当于瓦赫的教育。但是你到欧美就不是这样教育哦，思考方面是多方面哦，多方面的切入哦。一方面，老师能力也是一回事了。啊，我即摆都在想一个烦恼一件代志哦。那是老师是安尼，啊，咱的你那送去倒遐去？去罐头工厂去啊？那没有在栽培我们的小孩子呢？我们是花了钱还给他补习，给他恶补，继续的帮着老师压抑咱的小孩子的才能，压制掉啊呢？因为北部我改讲是股市名人，赚大钱啦。但是脑筋都登不起来，我给建议你要一变本加厉，跟你那上去什么学龄前补习班去补数学，这样补个大家都派去。后来他考上师大数学系啊，为什么不是台大数学系？因为其他科都不好啊，可能也要数学啊。但这些系统叠进来，对的，你有病都中级、普通的学生呢、啊。啊，伊阿哥数学还好嘞，啊，哪连数学都不好，你哪要跳舞啊？还要其他才能呢？叠在系统来，对的，病都是吧？半骨假照放牛班嘛，自生自灭嘛。他在进大学只有10%啦，所以高10%拢是半骨假照啦。啊，不就去放牛班嘛，实在你去死啊！啊，马上去找一个头路，叫做混日子。啊，台湾过去拢安尼教育出来，无甲你当作人才来栽培，很惨嘞、啊。我这种烦恼，我嘛是老师，我也想讲，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来下一章，这事情很严重哦。哇哈，过去伫迄个美国的东岸的一所常春藤的大学念书了哈，然后在美国留学差不多十几冬。啊，迄阵我念其中一个学位，我是读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家没有看过这个图哈，唔捌看过哈。他在干嘛？这些人在干什么？一群人伫创啥？你有没有看到怪怪？有一群人坐遮，啊，像咧。顶管坑就要多，还讲迄叫做迄个论文的什么 defense 辩论呐哈 ，defense 啊 present 你的论文的时候，他 defense，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期末了的时候，都有一个学期末了的成果发表啊，那你要站在台上把你的作品拿出来啊，下面他就请一些有名的艺术家、艺评家坐在下面啊，针对你的作品，他就批评指教。啊，那你要说我为什么这样画啊？为什么要解释啊？你如果没有过这一关，他就把你淘汰掉，你就不要再念下去啊。想要一个塔罗给你都要过一关哦。大家觉得哦，大家投票觉得这个学生没败，还在过关哦。他有一个 committee 在那边啊。我那时候也是一样，跟大家把作品拿出来以后，但是那当哈、哦，我第二当第一来，第一种有一本教授站起来讲，这个 James， 你好像没有去过欧洲哈。哦他就拐啊，我的作品坑一家，你要针对我的作品讲话、啊，你管我有没有去过欧洲？没有错，但是他那时候他说这个，对他来说就要闹鬼，你知道
为什么？因为长春学校哈，紧的学生，大概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去过欧洲啦，一定去过啦，只是多少几次啊。我是唯一有台湾来唔捌去嘅，我感觉就计只登记卡电话甲我妈讲，讲今日老一个日本老师甲我闹鬼咧，当众，伊讲我唔捌去过欧洲，啊、我妈讲，啊不，你这个暑假等来，我赶紧上去欧洲。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回来台湾，然后就去欧洲玩一趟回来。这样有趣哦，你要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日本教授敢来看你的岛都知道你有去过欧洲不？哦，这多厉害哦！哦，哎，你们有没有去过？你年纪靠你会哦，你看一下脸，然后被做冰箱被拐弄在对吧？那公司里面老板看你这个新楼新进来，你会做什么？一清二楚，就好像这些教授看我们年轻的学生，哎，连去过欧洲没有都看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待会再解码给你们听。但是迄个我迄阵我就马上就去澳洲嘛，吼。啊，我去欧洲，我来想讲，我得找一团。袂使采购团啊，采购团那几个人买物件，我去澳洲要怎啊？所以我就找一个，哎、欸，刚好有一个是台南那个地方退休的国小老师组成一团去。啊，我讲，哎，这会使。哎、欸，国小老师吼，至少嘛师专师大毕业呗，对吧？教育系啊，什么系？啊，伫小学教材了，做个退休应该是应该就学问的呀、啊，给干嘛拢会使啊？吼，啊，甲这团去算应该袂歹，所以我就可以团可以去澳洲佚佗。来下一张，啊，阮头一站来个遮，啊，遮都一样。这里是哪里？在欧洲哪里？来，知道的人讲。这里是哪里？不是法国。来，这里是哪里？知道的人才讲。啊，不知道卖友。知道的讲。啊，哪里？不是。来，这里是意大利。意大利的梵蒂冈。梵蒂冈里面的什么？什么？梵蒂冈没有皇宫啦。梵蒂冈是天主教的。哎，来。这是什么？圣彼得大教堂，教堂啦、啊，哦，圣彼得大教堂啊，这是第16到17世纪花了120年起好的，120年才起好的。啊，你知道有几个重点哦？迄阵是没有钢骨结构，所有的这间厝是用石头去贴起来的，啊，贴到偌高？你讲这人吼、哦，咱人遐高对吧？啊，行到这来，他们一点对吧？一点内底。你是民工，民工建筑物啦，光是上面的雕塑吼，一身都差不多3层楼啊。哦，啊，坑个顶个，你即摆在讲16多少年、17多少年起好个哟？哦，15多少年，16世纪到17是15多少年到16多少年了。来下一张，哦，再把它放大，更加清楚。你看人外观，安尼尔啦，哦，啊，一身迄个红啊，啊，这坑个顶完差不多安尼，不得了哦，120年盖好的。啊，里面有米开朗基罗啊，维尼尼的那个作品啊，哦啊，建筑是建筑大师啊，那几条几条那大石头那个跳起来，不得了哦，伟大的工程建设。来下一个，啊，这屋宾馆看了去，整个梵蒂冈，水哈，来再来，哦，这内装，哦啊，上面有金梅哈啊，雕梁画栋。啊，这一个一个神龛，啊，神龛内底嘛，一身神神都在讲的三站老爷哈。来下一张，哦，正上方看，有水不？哦，啊，它这个建筑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产生什么敬畏之心，就是哇，好伟大，好漂亮，对不对？是美。啊，我第一欣赏的时候，我吓一跳，我头一次看到这哦，人类的建筑物在16世纪盖这么伟大，我也很惊叹呐、啊，起了这个敬畏的心哦。我就讲哇，好伟大！这个是教堂，果然不一样。啊，结果边个老师都一句话出来，搞我惊一下。哎、欸，国小老师讲啊，这也无声啊，这个台湾比我赶快较大声点啦。啊、哦，我听一下我讲起啊。哦，这就是你的意见吗？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讲得出嘴就讲话无？讲未出嘴嘛？差真多啦！啊，我迄阵当下吼，听一句话，我就讲嗨啊！啊，剩咧欧洲是怎么玩下去？如果这个老师对这样的美丽的风景是这样的意见的话，哦，这一趟可能麻烦了。果然没有错。下一个我们到奥赛美术馆，我们去看艺术品，就是什么现这个近代艺术啊，啊，印象派啊什么的这些画，它是一个火车站改装的哈。啊，吉吉利亚才进没多久，哎，这群老师不见了。啊，我就不管他们了，我就继续看我的艺术作品了。哇哇，越看看，看看两点钟了，我赶快嘞礼品部啊，那边有 coffee shop，
喝咖啡的地方。哦，一定老师的贼呀！讲哎，徐老师，啊，你要沉下固，今晚再来。我讲看图啊，我在看画啊。啊，看功夫要创啥？底只恁家比吹恁去啊！我讲，哎、啊，来家就是要看图啊。啊图，哎，迄册店都他买啊。啊，来第二个说明解释，啊，每一张照片都有。我听我鬼人讲起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出国旅行是要看什么？看真品嘛，不要欣赏，对，不要欣赏假的物件，不要欣赏。过去拢习惯看什么？复制品嘛，啊，看到真机看不下去嘛，你知道吗？各大人过去讲那种假的骗个大汉，看到真理戆起啊，不知道怎么欣赏，就躲开来跑掉了。你知道那个网络上那些宅男喜欢上网的男生，每天都看网络美女，对不对？啊，就这样照啊，把就该围大大蕊。一看就是美女啊，真实世界的女生，她看到她吓一跳，不能接受哦，还会流鼻水，啊、上厕所还臭哦，啊，女生还会变老，这种美女她没办法欣赏嘞，她不能欣赏真实世界的女生嘞，她沉迷在那个虚幻的世界、假的世界里面嘞，这很严重哦。现在新的一代的男生上网沉迷在网络美女的这些男生，真的都得真的人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啊嘞。就跟这群老师赶快嘛，几个人在看那教科书上的图片，叫你看真的艺术品的时候，傻眼了，不晓得怎么去面对它，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只能用贵气物件给它套上去。所以杜家公的教堂那么漂亮，啊，这些不像，该比我赶快看大声呢，一贯为公的出嘴，为什么他只知道不要一种？好，现在下一个问题，你讲得好，那怎么办？他是老师呢，啊，机关老师个盖烂的您呐，你觉得我们学好孩子会懂艺术吗？当然就跟在座一样，我们都是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啊。干不起，那贵给告又来对，告姐老师公也要呢，我也要，啊就很悲惨啊，每况愈下、啊，这一集都不行，还教下一集出来，啊，让开在美术课都提去上数学课去啊，干不起，都牺牲掉了嘛，刚我好好上过美术课，我啊进旧的学校嘛，好啦，我是老师哦，我看到这种现象，我很觉得很悲惨，但是我也要想个解决的方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到底那这系统出了什么问题？现在个你那好的东西，并都糟蹋成这样，你哪去糟蹋这块艺术品？当然会糟蹋领导的你那，不是吗？他会糟蹋这么漂亮，摆的明明摆那边是美丽的，是伟大，是庄严的，门家也让解释成那样子。当然，他可以把你这个很有未来性的小孩子，把他也糟蹋成那个样子嘛，一样的嘛。下面两座，上面两，下面宽弄怎样嘛？所以你也欢乐呗。那一代一代被这样的老师教出来是怎么办呢、啊？哦，但是我要想解决的方法，来下一章，就有一个英文单字叫 trivialize， 就是讲换作台语的叫讲糟蹋的，怎样？糟蹋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鲜花插在牛粪上，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嫁给一个大老毛啊，垃圾鬼个，哎，几个人给糟蹋？哦，恭维语言啊，什么什么的，而且叫做糟蹋。本来是这个位置，自己要遐低，那个糟蹋。人本来是这款价值的人，爱甲你不把人当人看，看个真低所在，当作动物来甲你饲，那个叫甲人糟蹋。啊，那个英文字叫 trivialize， make something less important， 比较不重要化，或者比较不啊、哦、不复杂化啊、哦，比真实的东西还没有价值，就是糟蹋，就 trivialize 琐碎化。来下一个，那我想说啊，以奈做这款代志，现在被讲糟蹋。好，我分析几个原因。第一个，他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capacity 这个东西叫做容量。我现在讲解看后简单了解的意思哈，就是一整桌子的美食摆在那边，就好吃啊，规桌安尼，规啊百盘的那美食放你头前，你吃的啦，有在了解无？无啊，啊看到知影足好吃嘛，足想要吃，但是你巴肚干安尼尔。顶多讲两口的霸气啊，对吧？啊，怎么让你可以享受到这些美食，增加你的能耐嘛，让你变成大胃王嘛，对吧？啊，你就可以先享受到这个东西，就在电学里面叫电容，增加你的 capacity 能耐，你都在掉个这个下后门给他加里边。啊，这群老师加不对，原因是什么？因没这个能耐，没有这个 capacity 来欣赏眼前的美景，所以他那天吃了一个很贵的下午茶呢。有台湾坐飞机啊，那一趟差不多十通万块，啊去喝一下下午茶，哇，好浪费啊，好奢侈，对吧？
啊，你哪功夫这个能耐的话，你就从头吃到尾，对吧？看到艺术品就新吸收，看到美景就吸收，不是在那边只喝下午茶。所以有没有这个能耐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啊，讲到能耐的时候，怎么样让你能耐加大？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语汇。比如说啦哈，我懂得英文、日文、法语、德语，啊，台语、北京语的人，我的世界都比你敢捌台语还是北京语的较大，对吧？对不对嘛？因为语言它所涵盖的就是很多的知识跟 knowledge 嘛。啊，我世界比较大啊，所以你要怎么办？你要增加你的语汇嘛。但是语汇不是只限于语言呀，啊，各位什么视觉的语汇嘛，哦，还有什么吃的语汇嘛，听的语汇嘛。语言呐、啊，贵啊快呐，不是干啦限制讲的语言呐、啊。比如说啊，讲食就好了，3000块熟成牛肉一块，你也要吃呗？啊，有人讲还不简单，倒落去，倒落去就是啊，啊，你有浪费3000块的熟成牛肉。啊，讲啊，这罐这杯红酒，一杯都1000块，会晓啉未？会晓煞未？安尼灌落去就好啊，啊，你就糟蹋1000块的一杯红酒，就是安尼啊。因为你不要欣赏嘛，愈贵你找他愈多，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这个能耐去欣赏这个东西嘛，因为你没有这种语汇，没有吃的语汇，你不要假文件哦，你不要假日本料理。你讲我什么菜都吃，我会吃法国餐，我会吃日本料理，拍谁你不要，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欣赏日本料理，是要在哪样的环境？像法国人，他很注重气氛呐、啊，不是讲他法国在好食，咱台湾人跟他讲哦，好食好食。啊，水果你要吃吗？不要吃啊。有甜无？这句话都唔对啊呢。你吃水果跟有甜无？这句话都唔对啊呢。水果跟甘蔗干来吃甜呢，愈甜反愈害对吧？你应该吃水果的原味嘛，本来的味是啥？啊，你不要欣赏嘛，啊，你有加添一些附加添加物去来吃这水果，没办法欣赏它原来本质的好，赶快嘛。所以你要有吃的语汇，还要听的语汇。视觉有分好几种，我来讲，这点老师啊，唔是。拢做拢无 sense 的啦，内底有一个女老师，所以颜色超敏感的。刚到法国的时候，伊就发觉讲啊，我即马拄台湾找来衫吼，甲即个法国的环境吼袂合，啊，紧去找迄一个店内底，甲衫拢规束拢换起來，化妆也换了那个粉底，哇，讲吼，这有够功夫嘞。但他觉得他这样比较舒服，因为他场景变了，他就换他自己的装束啊，配合那个场景，走在里面他就觉得很舒服，结果。回到台湾啊，机场溜一个，还讲啊，这个唔对，法国的装扮在台湾的场景里面袂啊，所以讲我都等来。他这个人就是有 fashion， 就是流行服饰的语汇，他也有对色彩的语汇，所以他就敏感，他就会反应，他就是调整，怎样嘛？这就是他有这种语言嘛。赶快，他名字我们是法理的语汇哦。所以你唔知影法理的人几百，你看这是啥拢无？你敢用权力的语汇的？解读这个的时候就错了，对吧？你用过去你敢你了解世界，要去套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套不下去嘛？觉得你们这群民政府人在冲啥，对吧？咱那老师用过去庙内底概念来看这西方的宗教，哎，看无套不上去，那看他看不看不落去，对吧？啊，一样嘛。所以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语汇，所以尽量怎么增加呢？好了，现在有一个有人讲我会英文，我会日文。我跟你说，你敢说你会语汇那种语言还不够哦。你说你英文，我说 This is a book， 刚才这句话你就说你也要英文。Bonjour， 你说法语，说你一句话你就说也要日语，这样对吗？没，语言下面还有什么很多的智慧 vocabulary。 你英文如果没有超过10000个单字的英文，你都不要讲说你 master in 这个 language， 你有没有说你八级的语言？没啦，你刚才说那几字不算。所以你 不光是说我会吃的语汇，你要知也要吃贵啊八件款的食物，怎样在什么环境里面欣赏这个食物，啊，才讲说你懂这个语汇，安尼知吼？好啦，我即摆台湾人就搞省的对不？我来讲安怎省，恁赚足侪钱，但是拢撩钱，撩钱原因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去享受这个钱。为什么？一顶十几万啊，啊开十工啊，十工十几万，一工万通空啊，啊你若不要欣赏，十几万就撩去对不？啊，对我同样花10万块钱，我赚的，我赚个远超过我花的钱。
啊，人生他也花掉了，也多了十天的人生出去啊。进前可能要去买那个皮箱啊，有的无？那个加加前后20天，人生的20天就这样浪费掉了，换成几张照片回来。但是你如果在他的能耐增加的时候，那20天是赚回来。哦，那当然要什么？你努力的在练身体，就会多活1天2天吗？啊，你运动时间是不是也要扣除掉？啊，到底有没有赚？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怎么样？好好增加你的能耐，对你每一分每一秒这一家的门槛干，最有效的把它吸收进来嘛，享受到这段人生最好的部分嘛，干不起。再好啊，啊，慢慢调整一下你们思考方式。OK， 来再下去。另外一个东西，来下一张，麻烦。Capacity，OK，、okay, 台湾人讲到 capacity 能耐，还有一个问题哦。台湾人不要说他没有能耐，台湾人很有能耐，是什么能耐？假笨手的能耐，知道吗？我这样子讲可能很夸张。媒体上面每天你在看，对吧？啊，来电拢讲个新三色诶，啊，看电视看个遐趣味，电视呐开始在播报迄耳孔个夹起来，哇，要注意听。啊，讲到较高深的物件，耳看不起来，开始度孤啊，对吧？讲到有学问的东西，你就开始度孤啊。你讲啥？教授讲话啊，就开始安尼，他家都讲去啊。啊，开始讲个有诶无三八诶，难三诶，难三诶，啊，就哦，都醒起来，哦，什么这么好玩哦，对吧？迄个假笨手笨手的能耐，但是好东西没有吃好东西的能耐，但过去我们的胃口都换了。对黑暗的东西，对坏的东西，因为电视里面都说这件事啊，像个相片啊，像个相欺负啊，什么收水啊，时间在连接啊，啊，你一天24小时才多少生命，大部分时间去听人说这件坏事情，善知识没有，恶知识一大堆，啊，你这个叫娱乐吗？你用坏的东西在娱乐自己吗？还是用好的东西在娱乐自己？你怎么选择你的人生呢？不怪在台湾人的面上啊，越来越嗨啊，啊，每一天都看这有的没的啊。啊，电视就是为你们这些啊，你们观众要嘛，我就起林机关微博哎，电视节目啊、电影啊、音乐啊，都是新三色，招不起啊。里面又在做什么植入性行销，叫你去买某种特定的产品，啊，你规矩给我吃起来哦。来，接下去，我们没有了解真理的能耐哦，听到黑蛋的讲起哦，这过去的台湾人是安尼哦，但是你们在座各位不一样哦，来这边听法理料，你把就哎。初级班秘书长叫你做几件代志啊？刚来的时候照一张相，对不对？自拍一下，然后上完我们的课以后再自拍一下，那眼睛会发亮。为什么？经历以后你得到自由，真理会让人得到自由，眼睛会发亮。啊，你有人就看清楚整个视局了，谁看清楚自己的人生？想到台湾，我来接，要去倒下去，对吧？来下一张。啊、哦，讲到语言啊、哦，讲很多种，独角公的语言哈、哦，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哦。我过去哦，从事教育啊，所以小孩子有不同小孩子用不同语言来认识这个世界。有的小孩子是用什么数字来认识这个世界，有的小孩子是用语言写下来的，有的人用听的啊，有的人是用肢体语言啊，有的小朋友要透过唱歌啊啊，你因为不同小孩子，你用不同方式教育他，不能用一个框框把他套起来，说只要喝点点没再当，还一个透过肢体在运动学习的小孩子动没掉啊，他就拒绝学习，也没办法学习了，他们很可怜。啊，这一条只能这一条，也要读几关呢，才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出来嘛。啊，其他都被他排除掉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虐待 ，OK？ 因为小孩子在小时候就是在哇跳跳啊，都被学习东西啊，啊靠近老师，老师别搞卡啊，小朋友坐好，不要动，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只有一种学生可以啊，就会算算数的啊，会做理科的这种东西出来嘛。啊，这种教育有问题啊，啊，其他人都不是人了、啊，其他的才能都不是才能了、啊。社会不是多样化，只有这几样东西的人可以出来，才能念大学，才所谓的跳起来那样。所以按照这样讲的话，现在在台面上的那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一定是跳哦，反而是你们在把代志来家听到法理听得懂，这才给我跳呢。遐搞头侪到尾要看到法理讲义啊，因为它是那个系统出来的。来下一个，再往下走，来再往下走一个。哎，我好像还有一个是 decoder 哈，解码器。好，没关系，再往下走好了。我们今天暂时不要来。这个因为你们没有上过初级班哦，很吃亏。啊，我要讲这个的话，
我不会管你们的，你们自己去补。好、哦，我直接讲，过去台湾，我给你们看这个图像哈、哦，一目了然哦。过去台湾是啥？在讲部落形式。咱在台湾已经在台湾生活，台湾人在台湾生活四万年啊。咱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是杂种。我跟你讲，大家头一次听拢讲起杂种。啊，你若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是白做，因为咱的祖先在这四万年。咱是中国人的祖先，还知无？有的人第一次听到傻眼了。我是用科学证据在讲这句话啊、哦。徐老师别在我别讲哦，我来我别讲啊，讲啊就不知道第三年度了，老早被人家吐槽了、哦、上网去查，去补我们的课。再来，咱有大都王国过来，咱都有所谓的掠夺者。掠夺者的、就是咱在这岛内底固啊哈、哦，比较落后、啊、但是比较西方国家什么强权都来啊，因为他们有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啊，就来掠夺资源啊！台湾一直拢叫人掠夺，这是这几百年的代志。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招来台湾，给你掠夺，因为你较落后嘛，人家抢物件嘛，你知吼？啊，掠夺了者来中间互相拍来拍去，哦，一下清帝国抢去，一下西班牙抢去，谁人抢去？但是吼、哦，掠夺者是啥意思？讲到歹听，就是查甫对查某有性上面的需求，但是不爱跟你结婚，知道吗？你懂吗？结婚表示什么？我要负担你一辈子嘛，我跟你结婚，我要照顾你一辈子。但是那种只是予取予求，他只拿到他要他就走了，不跟你结婚，不对你有 commitment。结婚就是我要照顾人到一世人啊，对吧？啊，所以台湾过去拢哦，这款掠夺者，西方强权啊，不管包括大清帝国拢来，个人要给你摕物件，无要对你照顾，无要给你照顾一世人，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直到大日本帝国崛起，五十年来，这个台湾做很大的改变。到1945年4月1号，做一个结婚的动作，做什么？宣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行在台湾。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变成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变作以正式的插进来，属于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他对你有责任，也有义务。安尼知哈？啊，但是有的人讲，哎。我现在明明你如果说我是台日本帝国，为什么我现在是中国人来管，对吧？那是支那难民招来这给我们管，很简单嘛，我们战败嘛，那还有一个强权，那时候台日本帝国跟日本跟美国相打嘛，打一个输去了，输去了美国说，哦，这天真厉害哦，什么输给日本人哦，所以他进来做一个动作，他就说破坏你原本的大日本帝国系统，让它不发生作用，还知道吗？过去伤强啊啦，未使过来去强落去。啊，台湾的这系统，日本创个强，毁掉啊？怎么毁掉？他就叫这个支那人流亡中国的系统，连中国都瞧不起的系统，因为叫人战败啊，叫人赶来台湾，都多好，来这给你糟蹋。啊，你本来日本系统都无去，伊用什么方法给你糟蹋？宗姓氏、宗教、语言嘛，啊，语言、宗教、姓氏，给你改嘛。哎、欸，咱即马我姓什么？黑东西后来给的呢？本地结交四百年的人，我们过去咱周身的神仙哪来的？来上课不讲话哈、哦。我的课哈、哦、都是逻辑一环扣一环，没办法让你去照一边啊，或照等来很难哈、哦。姓氏咱贵给姓氏是阿公的名字加上爸爸的名字，阿个外名，比如说 Peter John Rock，Peter 是阿公的名 ，John 是爸爸的名，我叫做九桃。啊、我生一个囝叫水，用水这个囝叫啥名 ？John Rock Water， 对吧？啊，迄阿公迄个去掉，接下去啊，为什么三代？因为过去人平均寿命不高嘛，三代高会就死去啊，所以啊，想到都要追三代，主要是处理财产的问题啊，财产的问题啦。啊，但这行这种姓氏的给予方式已经几啊百年啊，包括今嘛印度还有这种人，这样是在弄这个姓氏，过去是安尼啦。啊，除了中国来就给你私信啊，这本来不是咱这土地地方来，咱是 MEC4 的后代哦。啊，咱 head tone 就有去做研究就好了，不用什么好辩解的。上过台湾史解码的就马上就知道哈。啊，或者宗教，你基本上摆宗教拢是那边来，基本上也不是我们原生的，都是外来的啊。包括中国，它的宗教也不是它的啊，从印度来的、啊，对吧？赶快嘛，就原生不是对家来。啊，或者讲语言，迄阵。中国人来头一回叫咱的北部做咩代志？不准再讲日本话，对吧？迄唔对的呢，阮日本人诶，先到改咱语言改变，对违反基本人权哦，把我们语言改变。所以阵
受日本教育迄阵，阿公阿嬷也是阮爸母迄代戆去啊，我从头学起，对不？啊，有日本东大毕业的法律系的硕士，还是律师，倒来台湾无得职业，本来是高知识分子，大家从头来，啊，就一代就这样子被弄掉。有人讲台湾人讲话就含慢，歹势哦，你用台语跟我辩论，还是用日语，我都袂含慢啦。啊，想到用北京语，我从头学起嘛。讲台湾人含慢就是安尼嘛，把你的手拢拔起来再给你拍，啊，你有哪有才调跟人拍？语言就是一只手把你绑掉啊，啊，钱又跟你拿走啊，啊，搁用台的啊，啊，过去台湾都是安尼欺负个透底啊，打到趴在地上没办法作用，啊，继续搁给你上一代给你抬，第二代给你掠去做兵，第三代给你受着因的教育，把恁的下一代恁当洗脑，洗讲因是中国人。我们这个台湾人的族是被我灭掉了，咱拢是高刷族甲平埔族的后代 ，M174 的后代。啊，你啊，即马个逻辑无法理，无法度逃跑，台湾人无去啊，啊，佫来大量的中国人甲你拦，对不？我过去讲的真清楚嘛，我讲啥人全世界啥物人，我唔是种族歧视，啥物种族歧视，只讲即句话就好笑，人上少的，啥人是种族歧视？全世界你啷计予澳洲人？白人、黑人，哦，啊是番啊，印第安人，啊是印尼人、马来西亚人，拢会使，偏偏都袂爱嫁给中国人，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他国家对于咱台湾这个土地没有野心啦，无野心啦，人是真正爱你，要甲你娶啦，啊，但是来这隔壁这个就真正要甲你嫁起啊，就跟克里米亚一样嘛，来这人认同，哦，我拢中国人，真好，收起来。很了解啊吼，啊不然偏偏阁唔是，你敢来？你若我拄下讲，你若去拜中国人是你祖先，你就拜做啊嘛。那你祖先底下四万年，你拜去拜啊？拜咱的子孙辈，有没有搞错啊？而且他也他又是大杂种，他是七八种的人在里面混起来的结果，所以不汉人嘛。你若讲我汉人，你把汉人的 DNA 定义出来，啊，你就开始找有谁有这种 DNA 就是汉人，找不出来啦，他也定义不出来啦。那裡面本來就幾十種人裡面裡面沒有一個叫中國人這種血統，沒有哦，這樣慢慢就清楚了啊。再來他就透過媒體跟教育把你洗腦哦，來之後我們再討論，之後我們再討論這個叫做什麼永久性的系統幹嘛，嗯，來這叫永久性的系統改變啊，那個叫做暫時性。好在齁，好在因这阵人不是要住在家住久的，时间到精力出来，发力出来，你袂使占领，美国倒来占领，这阵人就要走，哦，所以这个中国鬼就要走，对吧？中国鬼精力出来，鬼就要走，对吧？但是黑心人不要鬼走是虾米人？当机嘛，对吧？当机是靠鬼附身在贪偷家嘛，对吧？啊，像是当机，国民党内底本土派嘛。清民党嘛，民进党嘛，这种党基嘛，他才透过国民党在台湾那里通敌欺骗的系统在探家嘛，啊，你都在造嘛，对吧？但是黑心嘛，不会造嘛，啊，了解吼。所以咱即马都要甲这阵内底台湾人叫出来，讲台湾军起来啊，啊，紧归队，过去你用骗，迄个准煞，但你即马来倒转来，台湾人都去倒转来，搞清楚，你这样法律已经出来了嘛？就清楚啊，无他好笑，无他都亲在后边讲啊嘛。现在知道哈，来下一章，今天不讲到，你们自己去补那个地方。Decoder 就是解码器，解码器哈，就是你看的足济物件，看唔捌，但是我要给你解码器。过去哈，来去国外买 CD， 那是迄个不同的区码，摕来登出来得看，未看弄乱码对吧？啊，你来解码，去用盖料啊，看哦，好清楚，那个解码器，赶快。你现在历史看不懂，什么都看不懂，我给你解码器。下一张，哦，讲到这個，好啦，我几行几行解码器要丢给你。你们短时间今天上的课都要给解码器。先讲一个简单的，你现在哈、哦、来个家，我给你传，就去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有一个雕塑品，它叫米开朗基罗做的，会晓看未？好，恁看得到，你要欣赏未？会晓未？会不会？会不会欣赏？会不会？不会吧？会欣赏请举手，真的、啊、怎么欣赏，来怎么看这个要怎么看，好，下一张看近一点好了，
他在讲什么？啊，这幅画怎么欣赏？哦，耶稣是哪一个？这个啊，他现在为什么躺在那边？摩拉躺在这边是谁？耶稣啊啊，接下啊，玛利亚啊，耶稣为什么躺在这边？那个是属于基督教讲的概念，我们只讲这叫耶稣啦，啊，这叫玛利亚。他为什么躺在这边？因为刚钉完十字架，被接下来放在玛利亚的膝盖上面，对吧？好了啊，就看到这边，你知道故事很好啊。然后呢？然后怎么欣赏？都不要嘛，对吧？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说学的是西方艺术史哈，不是学的是艺术教育啊。你要去认识整个西方艺术，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你不要得很凶啊。因为大部分故事在教堂里面都是在讲这个啊，所以我要给你们解码器。你可能是少数知道，那其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嘛。头一次听到这故事的枪甲球，第一次听到，对啊，你第一次听到。好，来我来补充，好不好？补充一下，一个叫亚洲，有没有听过耶稣？有嘛？啊，听过玛利亚，听过嘛？哈，啊，但是这故事是什么关呢？定十字架你也听过嘛？哈，但是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耶稣死了吗？哦，那我们就要把故事讲清楚嘛，哈。那你先给我七分钟啊。我先，因为台湾人哈，贵体是什么？制造业起家嘛。我从制造业的语言跟你们讲，好不好？哦，制造业是什么？材料很重要，工法很重要，对吧？制造业是不是在讲这个？对，那来看制造业，它是一整颗大理石刻出来的，头一步，整个雕塑给它一粒石头啊。贵体哦，你刻坏的时候可不可以粘回去？不可以呢。过去没有那种粘着技工，厉害到哦，手镜头没小机没小机，那个蹦起来登机啊，再没登机啊，还要做什么？如果接不回去要怎么办？重刻啊，你怎么办？再找一颗大理石重新刻啊。所以这个从头到尾刻完没有刻错，是不是就很厉害了？还没有粘着呢，过去都是一粒石头，而且雕塑家呢，刻到整身造出来，有厉害不？他没有接呢，没有接损呢，就是一颗大理石，规粒石头刻出来。第二个，同样一个材料，同样一颗大理石，要刻出什么皮肤的感觉、布料的感觉、头发的感觉，有厉害吧？同样一个材质，要不同的感觉出来，还要什么活人的感觉、死人的感觉？哦，一颗大理石呢，要这么多材料刻出这种质感出来哦，我们光制造业的人都吓到了，对不对？我够厉害。啊，觉得安尼左安尼个噔噔噔，安的病都安尼个，啊，不是天才什么？好啦，但是我们后来台湾走进什么服务业，我现在就用服务业的角度来跟你切入这个艺术作品，好不好？啊，上面叫服务业，服务业来都有几类，就是比如说电影产业了，哦，啊，你拍一部电影啊，你要怎么把电影推销出去？要靠什么宣传海报嘛，对吧？啊，宣传海报这是不是要一个电影的那个场景？你不能每一张都上去啊。那电影就跟人家讲完了，不行嘛？你就挑一个很吸引人的照片啊，比如说我要看《黑暗骑士》啊，你如果选的剧照不好看，那都不爱管。哎，那我搜索自己在恭喜啊，对不对？所以你要选一个很好看的剧照，有代表性的、啊、放出去，人家一看就吸引，就来看，对吧？没错吧？这就是服务业要关心的事情，怎么样吸引人家的注意力嘛？啊，你如果要演电影的话，什么样的电影好看？演员要会演嘛？你说半泽直树好看，那是因为他人帅吗？不是嘛？就是他表情对嘛？啊，他在适当的时候，在那故事的场景底下，他表示一个正确的表情出来，对吧？所以你在做这个雕塑家的时候，我就要考虑哦，我这雕塑只做一件呢，我敢做几件？我是不是要好好的想说我要做哪一件啊？你要讲基督教有这么多故事好讲，为什么偏偏讲这个？啊，为什么在这个场景底下，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哦，表错情也不对哦。比如说这地方明明应该笑你给我哭啊，或者你笑过头，这也都不对啊，这种戏就不好看，对不对？所以你要画这个的时候，我问你们，玛利亚的表情是什么？不光是悲伤嘛，这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嘛。所以欣赏艺术品不能悲伤是大家一下就看出来了啊，除了悲伤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对呢？不光是悲伤呢，我要给你解码器哦，怎么看这个艺术作品？好，给我七分钟，七分钟之内我很简单啊，你没有听过基督教是什么请举手啊，没有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现在给他去，我就七分钟给你们讲完，一下就上课就上完了。
哎，没有人举手，大家都睡去啊。来，我七分钟听我讲基督教什么？基督教第一个，不是劝人行善，不是叫你去做好事情啦。咦，徐老师，你有没有讲错啊？没有讲错。哎，我如果讲错，老早那基督教徒给我吐槽了。我说基督教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劝人行善，没有，反而你要劝人行善，你进不了天国。你想用做行善、做好事的方式，没进天国，基本都没办法进去。基督教第一个不是劝人行善，第二个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我奇怪，徐老师，你反面点题也太离谱了。我就看很多基督徒不是受洗加入教会吗？错，受洗加入教会没有保证你进天国。哦，那是很扯哦。他说啊，那就是精神寄托了，也不是基督教，也不是精神寄托。啊，你讲这是什么奇怪讲宗教？我讲基督教。好了，那基督教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啦，救人没死啦，救人不死啦，人会死啦，救你不死啦。那个徐老师呢，更加喊，我参加过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我也看过基督教的坟场，对吧？哎，金山也有基督教坟场。那你讲救人没死，还是安怎？那你要去看我定义嘛 ，definition。你讲什么物件哈，拢爱从定义开始，在原文里面死。基督教里面死的定义叫什么 ？Separation， 分开。阿拉分开，人死啊，灵魂是不是离开身体？是不是就分开了？灵魂在身体上面没有死嘛？啊，灵魂离开是不是死掉了？啊，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你跟上帝分开了，啊，也是死。所以你今天即使身体活着，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也是死人。在他眼中看来，跟洗染赶快的没有反应啊。啊，什么叫你就你不死？救你没死啊？和你不分开嘛？啊，灵魂回到身体嘛？细野良灵魂啊，你讲哎啊，我身体火化烧掉怎么办？真简单嘛啊，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搁做结辛苦，你搁倒转来干未使？灵魂不会死啊啊，你在上帝面前存在都不会死的，但是要有身体嘛啊，上帝要给你身体，你就回来就复活了啊。另外一个不死是什么？你跟上帝关系恢复来往哦，你可以跟上帝沟通啦啊，就是不死，在灵里的不死啊，这两个都要一起解决，不会分开解决啊。救人没死的先啊，那下一个问题合理的问题，六公。想要让人来死，上帝造人是让人死的吗？啊，上帝做人是没有人死的啊，啊，够不死嘞？啊，奇怪，那你就要问问题：人为什么会死？那我们就讲几个概念。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上帝哈，很特别。基督教讲的上帝，跟咱过去咱台湾人哈，那现知道的神是怎么样的概念？都是人做足好代志啊，来成圣啊，来变神，对吧？没有，在基督教观念里面哈，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其他物件，不是对伊出来，这样的上帝才是我们讲的基督教的上帝。啊，这种无法度甲我说啦，无法度甲用人的方式去套在他身上。啊，这样的上帝是有一个特性，叫做公义，叫做 justice，justice 就是公正啦，对的，甲你。奖赏错就给你惩罚，而且他看得很清楚，因为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又无所不能。他还有一个本性叫 holy 圣洁，圣洁就遇到污浊、污秽、肮脏，唔对待自己的反应。他对什么事情？对罪有反应。罪是什么？嚯、哦，讲到这，徐老师，我看到这些基督教，我是罪人，惊死！我主持人怎么办？做给派代志啊？是吗？我们先讲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在基督教里面哈、哦，很有意思哦，你听听看哈、哦。你不该做，通常我们觉得不该做不要做就好了，都没有犯罪嘛，对不对？可是基督教说你不该做去做也是罪，你该做没有做也是罪呢。哦啊，这事情就大条了。你不该做没去走的尊都后啊，不该做不做也是罪。还有第二个，你这一辈子里面只要做过一次就是做过了，没有说哎还贵给谁还是牺牲走，没有。这两个定义已经很吓人了，我再讲第三个定义更吓人，耶稣自己讲的、啊、他说、哦、你如果看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啊、看到妇女心里动了一念就已经犯了奸淫，他都讲到你的内心世界了、哦、你怎样人的行为、哦、都是有预谋，对不对？心里面在想、啊、最后去行动开始、啊、走出来、啊、你如果没被抓就没事情、啊、你把这些想起来警察不会把你抓，谁在你想嘛，对吧？但是我们讲这个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入到你心里面去看你想什么呢？那只是哎，所以如果照这个标准的话，你有没有比希特勒好？没呢，那没比希特勒太多人更好呢？那是因为你 you are nobody， 因为你是无名小子嘛。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权力工，我画就讲这点，然后就拖来给他抬，他就 一群刽子手就帮你把那些人杀掉。如果你有这种权力的话，难保你杀的人不会比希特勒多，不会比他少。还在哈，因为我们的人的内心黑在起问题的所在嘛。我今天因为你今天没有权力嘛，给你权力还得了？还在哈啊，所以按照这个东西，上帝就是看人内心呢 啊你犯罪，他对这种犯罪一定有一个回应嘛。叫你戏嘛，戏就是让你跟他分开嘛，就是死亡了。你跟永生上帝的神分开，哪里有戏啊？可是今天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哦，有一个法官坐在这边，啊，犯人来了，哇，这个抢了面包上万抢，判五年，啊，那个结伙抢劫死刑，你要给法官嘛，哈，法官都是安尼嘛，啊，今晚过来一个来，哎，他判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人惊啦，带来的是他儿子啊。他跟这个带来的有关系啊，他爱他嘛，判不下去啊，他可以不要判，他可以不要判，可是他就不公义了，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公义的法官，那我都做刑，上帝都要公义啊。那他判下去怎么样？够不甘，那这么惊呢？这甘好，有没有？所以英文有个字叫 dilemma， 就是 caught in between， 卡在两难之间。哎，上帝是不会卡在两难，我只是用人的想法，我令他了解什么叫。salvation 这件事情、卡在这两件事情最后怎么样、我问你、有一个叫保释，对不对？在 法院里面有保释的，去法靠没有罪的人进来付了赎金，这两造出来有吗、我请问你，犯人之间可不可以互相保释、所有的犯人都跑出来？不可以嘛，因为都每一个都该罚的，怎么可能保释互相保释？所以要做什么事情？要找那个没有罪的该进来保释嘛。那谁没有罪？全世界人都有罪，都该死嘛，干不起目前都是啊，下人有资格。最后是什么？法官自己下来嘛，只有法官没有罪嘛，所以法官就说，所以基督教什么？上帝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目的就是要死，就要替人的罪死，不然就下戏了。上帝道成肉身，你在讲啥？你在讲这亚洲啦，耶稣啦，来到世界上以人的样式出现。现在问题来了，他是上帝，对不对？玛利亚也相信他在当初在谢路怀孕的时候怀了耶稣，他就想说，这是上帝的胎啊。他既然是神，为什么会死在我手中？现在是钉完十字架放在他手上，没有错，他悲伤，老母怕死，当然也伤心吗？这个一个层次的问题，还有一个他整个宗教信仰的系统在这边面临最大的挑战，几乎是崩溃的边缘。一个他相信的神怎么会死在他的膝盖上？那难道我过去所相信都是假的吗？哦，他这个挣扎就复杂了。所以他如果他的表情只是悲伤流眼泪，他都上班了。这个艺术就是不叫艺术品了。艺术品就是层次到这个问题，他要描述什么？哇，有一个伟大的那个整个信仰系统在这边接近崩溃的边缘，一方又有妈妈对小孩子那种痛苦，死掉的那种痛苦，一方面有他信仰上要面临崩溃的痛苦，他整个人到底活着干嘛都搞不清楚。好在后来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但是现在是在三天复活之前的这个中间还没有答案，英文叫 in between， 卡在那个中间的时候，还模糊不清的时候最痛苦啊！所以他那时候痛苦，这个表情就对了。我厉害不？现在知道了吗？这样的演员就是最好的演员，这样的雕塑家把这样演的表情做出来，这叫做高手。哎呀，看哦，这样才叫做欣赏艺术嘛！你不光是知道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你还把他故事背后的那个张力在哪里？哦，这就是欣赏。我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教士，我只是在讲一个故事，帮你们解码，解一个很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丰富的一个艺术作品。现在在座各位每一个人的艺术欣赏能力，已经跳个就管了。比国内大部分人都高了。哦，透过什么？透过我跟你讲话，有没有很奇妙？就是我跟你讲话，慢慢把台湾人就开导出来了。本来台湾人是那些层出跨博了，我就慢慢从制造业讲到服务业，讲到宗教理念。哦，你突然再回去看这个，你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你来这边上完课回去，你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好有意思哦。来下一张。我很小心，我不用大声，我轻轻轻轻碎碎跟你们说事，你们有听就获得利益了。好了， Caravaggio 下一张画，同样在教堂里面有另外一张画，你如果知道我刚才说的趣味，这就有意思，这叫 Doubting Thomas。
他碰到什么？耶稣，我杜亚公，耶稣后来复活，证明他是神，他不是人，所以他可以胜过死亡，所以你相信他才能够得救，对不对？啊，如果他耶稣也死了，基督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保罗，他说啊，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所以我跟你讲，你要摧毁基督教其实很简单呢。什么？耶稣，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节庆是什么？不是圣诞节哦，是复活节。复活节证明耶稣是神，不是人。虽然他也是完全人，但是证明他是有神的能力，才可以做这个嘛，对吧？所以你要摧毁教，就是证明耶稣没死或者没有复活，啊，这个宗教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时候后来耶稣复活了，显现给他门徒看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天生就怀疑，就咬疑说啊，我看到都不算啊。那时候耶稣出现的时候说啊，你是人还是鬼啊？耶稣说鬼没吃东西啊，你给鱼给我吃，酒给我喝啊，就吃了也喝了啊。这个道听他们说嘿，干嘛我看到了，我也没看到了。他就说啊，来来来来，你看，你看一下。他那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家拿枪哦，刺到这边，血流下来，血流下来才分成血小板跟组织液的时候，才确定这个人有死。啊，那时候去读啊，就进到读下来，再看看有影不影啊。啊，所以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就跪下来说：“哇，果然是上帝，果然是耶稣。”哦，啊，那耶稣就讲一句话哦：“你是蒙着看到，在照尊神。啊，那没看，没有看到的人，就相信的人，不是更有福气吗？都是安尼。”哦，来下一张。我今嘛讲基督教啊，那在座各位哦，台湾就奇怪，全世界哦，几乎超过一半的人数哦，跟基督教有关。啊，我们这个宗教完全不知道，连讨几块天花供嘛，对吧？22亿点多是31.5%是基督教，16亿是回教，这嘛跟基督教、跟我犹太教出来的这些宗教都有关的，跟上帝有关那个。然后还有什么16.3%无神论者，印度教。哎。我们相信宗教是这来的，一点点嘞。你南部台湾人过去的黑绿的谁卖啊？就是太小了，你的世界观太小，以至于大部分世界上的知识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国际法不知道？什么叫战争法不晓得？什么叫国际法理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上的宗教都不知道？所以我短时间都要给你补充遐济物件。过去咱教育里底拢无这块啦。哦，来下一章，我再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概念啊、哦，在咱过去咱捌嘞哈。这样的神都是以人为中心啊，我们制造不同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什么需要？因为人哈、哦、终归有限呐、啊，都有很多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们就创造一个神。对于那种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我们创造神来安抚我们自己。这个叫做功能神 （functional God） 是属于功能性的，满足人所需要的功能，来创造神出来。黑人宗教贵体中大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基督西方的这宗教比较接近是这个叫做启示性的神，叫 reveal revelation， 启示就本来是黑盒子，你不知道内容，把它打开来啊。这个是说神为中心，人是为了神所创造的。点都过来，这两个观念完全不一样哦。是怎么个不一样？我用数学的概念给你们解释，一个叫做系统内，一个叫系统外。这个叫做启示性，就是系统外的东西给你讲事情，否则你没办法直接在系统里面了解事情。但这个叫系统内，系统内就是我人就活在这大自然底下，我遇到问题我要去解决啊，我不去求助系统外，我就从系统里面我自己去知道答案了。这个叫功能神，人最后人还是自己的一切宇宙事情判断标准的准则是自己。哦，那不一样哦。啊，这个简单的概念给你们，下一章。啊，后来有一个叫本尼尼，我觉得他的技术不会输给米开朗基罗，我觉得他技术上。他讲的是希腊的一个神话，一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到最后摸到她身体的时候，你看，青春的 body 哈，很棒哦。可是，在最后一秒钟碰到她的时候，这个女的人就变成树枝了，变球机了，你看手开始变球啊，也就是他没办法 enjoy 到这个女生。这种人生很悲惨的事情，就等你追求了一辈子的目标，到最后的时候才发觉啊，变木头了。哦，就是人最悲惨的嘛，你辛苦一辈子到最后没有得到你要的嘛。哦，啊，他这也是希腊神话，就是他的作品跟另外的作品，如果你是艺评家打分数，或者最后就啊，最后决赛两位作品拿出来，我会选另外一个。为什么？他里面探讨的问题的深度广度也大过于这个。还在啊哈、哦，会选的嘛？下一张，我们再走。好了，公主 Z， 你到欧洲意大利罗马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这叫什么？会看吗？你们说你们会看，这个会不会看？这是什么东西？就
龟身裸体的男人躺在水池里，是吧？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代表地的四个地方的河神。你知道河神是什么吗？过去哦，所有的文化发展哦，都透过河流出来，对不对？你要种菜啦，种什么农作啦，想透过河流，所以河他们都有一个河神代表那个河流，比如多瑙河，比如说印度的恒河哦，还是南美洲的河，还是都不同的河都有一个河神啊。罗马哦，因为它是帝国，所以我今天给你一个帝国节嘛，下面叫做帝国 Empire， 帝国都是全世界都来通敌，所以在一被展现它的国威，所以说地的四级的河神都去和两个温刀的最底下来的七，啊，你怎样啊？是不是很霸气？是很霸气嘛，对不对？现在知道了吗？这帝国才会做。你如果今天越南也做这个，不是很好笑吗？世界哪一个国家给你统治过？没有嘛，对不对？或者小国家呢？哇，地的四级河神给我两个，好好笑。中国公啊，那个两个嘛不，你敢中国爹爹来对啊？我造出来给啊，是不是？所以真正帝国才敢做这个嘛，叫帝国是做的东西嘛。好，下一张。啊，这个是什么？他总有看过吧？这是哪？这是哪里？来，知道人讲。巴黎铁塔，我跟你讲，叫做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啦，哦，在法国巴黎。哦，那我们就直接把城市名接到那个。其实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有几根脚？归一看，四根脚。为什么四根脚？就连到我刚才上一张图嘛。他也是宣称他是帝国嘛，你知道吗？帝的四级啊，但是他宣称另外新的东西哦，嚯，这个是新的帝国，不是不同于以往罗马帝国。过去罗马帝国什么征地嘛，刚占地嘛，四处去攻打去占，土地越大越厉害，对吧？法国说，不，从今天开始，新的帝国叫做能够有掌管有制空权的才叫做帝国，变成三度空间了，知道吗？所以法国那时候开始掌管天空了，那一年里面有几百万人坐电梯，平地而起人的建筑物，后面有飞船在飞，飞船呢、啊，后来再有飞机啦，贵不贵你的飞机都飞来飞去，也就是他就宣告一个新的帝国的系统出来了。这是什么系统？掌有制空权的才叫帝国，没有错吧？你在那边，我感觉飞机不会来轰炸你的料去啊，管你地占多大，最后对不对？所以新的帝国的定义出来了，再过60年以后又一个新的帝国。来，下一张，这是什么？美国的大帝国出来了。他说天空算什么？到外太空去，到月球，阿波罗13号，对不对？阿姆斯壮登陆月球，还有厉害不？还真正，所以那时候该唱一下苏联嘛，哦，该黑死命在拼来拼去，后来行到地球，行到月球去，啊，这游戏就结束啊！苏联嘛，了就这几，你做就跟他在一起啊！啊，最后是他得到这个帝国的那个皇冠嘛？哦，对不对？现在会看了吗？你不是帝国，就不要把火箭射到月球上，没有意义的，知道吗？很好笑，嗯，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下一张，啊，再过几年以后会发生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月球已经不算什么了啦。现在美国最近2000多少年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射一个东西到哪里去？火星啊！现在到火星上去了啦。月球已经不算什么，现在到火星了啦。那就宇宙战争的开始了啦。这只有帝国可以做得了啦。你有些钱吗？你有些材料？你有些能力？你有些技术？都没嘛。只有帝国才有这个能力可以打到火星去。那我请问你一个简单的，让你觉得这有多伟大？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啊，你有知嘛？你说我多伟大，我老公好。那我问你，你把东西射到火星去，跟射到地球之间那个距离差几倍？对吧？1200倍到1500倍左右，惊死了。这样是不是叫帝国？是啊，帝国才有这个载掉，才有这样能力，而且还把来下一张，而且还把火星上的照片照下来给你看，高解度的照片给你看。他用操控，无人操控那边的登陆艇在那边拍出来的照片，马上就传回来。阿鲁厉害不？好，你看到火星宾馆谁都下一关，就是帝国啊。好了，下一张，帝国不是这样啊。我今麦讲法国，我回去讲法国。法国帝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哪里？对，罗浮宫，很好。罗浮宫哪里？罗浮宫的什么地方？入口 entrance。来，下一张，
进去的地方，还有没有看到？哦啊，观众从这边进去，啊，下面有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下面有一个正三角形，罗浮宫入口处啊，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那谁做的你知道吗？贝聿铭，很好啊，贝聿铭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只知道这里哦，要知道原因呢、啊。贝聿铭为什么做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埃及金字塔，对不对？那为什么是埃及金字塔？只为了好看吗？抹下肝胆啊！法国人哪那么容易被取悦的？我跟你讲哈、哦，法国是以什么著称？他说：好了，你们都是武力的帝国了，但是我是文化的帝国，所有西方文化我是传承者。哦，他骄傲就骄傲这一点了、啊。所以你德国搞个教练，我要给我绑。我不相信你可以站多久，所以法国人就撤退投降啊。那干嘛人家就更小杯啊？法国人我尊重我的文化，你也不敢破坏啊。德国人也很有品格，他进去也没有破坏这些西方的那个文化。西方的文明哈、哦，他们觉得从什么开始？就从埃及开始，埃及、希腊、罗马这样一直传下来，那这些东西都藏在罗浮宫里面，所以法国人非常自豪，我们是西方文化的传承者。是西方文化的帝国，知道吗？安尼知哈，来下一张啊！贝聿铭抓到这个重点，他给碰了一，法国人怀疑啊，一开始就扯，太摩登了。但是后来想这个意思，嚯、哦，好有意思，他们那个骄傲的心就起来了，就接受了。来下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哎、欸，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真的要开始发奖品了。这是哪里？看过录影带不算哈、哦，有看过这个地方的？举手，没有吧？哈，因为这地方已经被烧掉了。来下一张，法国不是在英国啊？英国这叫做水晶宫。水晶宫是1851年的时候起好的，这多大你知道？我讲这人在这啦，哈、哦，排队被进去，里面有多少个摊位？你知道？14000个展示摊。摊位，哎、欸，世贸在贵野呢，然后这14000个，然后那时候特别的记录，1851年的时候，因为这款钢骨结构啊，啊玻璃是规片规片的大玻璃输出，哎、欸，能够做大片玻璃贴在那边，1851年呢、欸，那时候你下面时代很落后，英国已经做到这个技术，表示它工业革命之后的那个成果出来了，展现给世界上看。哎、欸，你得要做展场了。我问一个简单的代价，14000个摊位要招待多少个客人啊？多少个客人要准备多少条电梯？啊，有水他啉无？有物件他吃无？有便所他去无？你要准备几个便所？一个摊位来10个人就再乘以10啊，来100个人就乘以100啊。你看要准备多少个？100人包括工作人员，要100要不要？啊，14000乘100不是100多万人？啊，100多万人的交通要怎么布置？100万人要加清变色，要怎处理？那都不简单啦、啊！这不光是工业技术上的展现，国威的展现、啊，处理事情的管理能力的展现。世界各地、欧洲各地的人，包括美国啦、啊，都跑来这边去欣赏这个建筑。里面有树木，有空气、空调，啊、哦，不简单嘞！电梯上上下下，英国在1851年就展现出来了，这叫帝国。下一个。啊，现在讲回美国的帝国，美国帝国，你有没有？帝国的人都在做什么？帝国是每天都努力工作？错了，我还讲美国人都在玩呢、啊，美国人都在玩呢、啊。帝国光是玩的钱哈、哦，我来给你们一个 reasonable， 美国帝国光是玩运动的部分哈、哦，440到470个 billion， 就是4700亿美金左右，算5000亿美金，五千，那台湾哈 GDP 在吧，474亿美金。因几年都被改全年的运动啊，改成运动啊，运动主要是这几项啦 ，NFL、NBA 跟 NHL 跟 MLB 就是棒球啦、美式足球啦、Hockey 啦、冰上曲棍球啦跟篮球，这几项加起来，它的产值都超过咱全国的制造。人家算计还是件代志，哦，不得了嘞！爱分一点点嘛，好难去制造那种叹息啊，对吧？美国啊，我来讲一个比公美国，我们只讲玩的部分，我们还讲梦想，好吧？我讲梦想 ，NASA 发射火箭这个，他花多少钱？2011年的时候，他花了187亿美金，七八倍的企业，
美金哦，再乘以三十，安尼也要看哈、哦。因为是刚刚 NASA 去飞到哦，他还到海底哦，地底、南极军事开发 ，American Dream 呢。阿哥来，我讲个只较特别，战争武器这边讲哈，这是45加50条美金哦，在军事方面。阿兰杰公的娱乐方面 ，entertainment movie 差不多180个 billion， 刚才华德迪士尼的哈、哦，估计他每年的营收哈45个 billion， 450亿美金啊。Disney 啊，那个游戏产业、电影产业都嘎嘎起，最近不是买了那个什么 Marvels 还是什么，这全部加起来每年450亿美金营收，吓死人哈、哦！所以 Bigo 人负责什么？替所有世界上的人努力的去玩，努力的去做梦，努力的去花钱，啊，你那拱剩下的人就很傻傻的马帮他制造嘛，干不起，就从这里面获取一点生存的利益嘛，啊，你可以活下去，你看了吗？这叫帝国、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些都不看，我们看教育，单单看教育这块，下一章，这是什么？我跟你讲啊、哦，美国全国有4000多所大学，系情归几所大学，一个这是加州而已，加州的大学就这么多了，对吧？有几个出名的大学，我随便念一个哦，斯坦福大学、伯克莱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哇，这种出名的大学校，一个州里面就这么多名校，啊，每个学校花的预算多大？来下一张给你们看看，这是美国常春藤大学。什么叫常春藤？一共有8所学校哦，你们现在名字都叫出来哈、哦。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Princeton、宾州大学、耶鲁大学，每年捐给这些学校的钱，我啊，这里看，前20名学校总和420个 billion， 约13兆台币，这啥挑的？这是捐给学校的哈、哦。还有巧克力呢，国家还收了钱，跟他前面几所学校的钱呢、啊？都怕死人了、哦、所以难怪大家台湾人很幸运，你那上去国外接受教育，因为投资你们要花接受教育，当然是给投资在他身上最多的钱的学校嘛，对吧？你不是只是要学位嘛，你去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如果收到 一兆的台币在他们学校里面，那、啊、你去那个学校念书是不是就是等于享受到这一兆的成果？还在啊，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是这个原因呢？好了好了，跳了，下一张啊，这是什么？帝国在玩的游戏，帝国在玩。我敢讲，这青菜姐然后超过200公分了、啊，恁这里底无一个人会卡咩一个拢，超过200公斤。这是里面所有的坐在前面都是这个 size， 都是这个大小，所以因的冲撞力大到一个地步，必须要戴钢盔了。无法度，你若无安尼算，就一个人断脚断手死的拢有啊。每几年敢胜这游戏而已。来下一张，你看这边是他们的高中队，你看赢高中的汉超的下后啊，你看高中啊，啊这是赢大学队，啊这职业队，啊你每一个球场每一次比赛这么多人，几十万人的球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那钱拢在里底嘎嘎嘎嘎嘎，所以我讲啊，几啊条的钱在里底赚，敢那升球啦，升球这件代就不得了，哦，台湾人较无看到这款物件嘛哈。哎，知道有看过美式足球，请举手，来做一点示范哦。哎，居然是女生，奇怪嘞，怎么都不是男生在看呢？来，下一张，男生要跟上时代嘞，来给你们看看怎么冲撞的。你看他冲撞啊，钢盔都飞掉。你看他最后让他绑着五花大绑送出去啊。你看，哦，那个右姐，我刚按过来登记啊。那个，那个阿妹姐，然后神出鬼没，还没跟他胜啊、哦。来，下一张。他这游戏不是粗野的哦，他是非常有意思的说，他有 offense team， 有 defense， 有 second team， 他们在游戏的时候在最高处的地方居然有一群人在那边做策略的解读 reading， 就是看对方是什么战略啊，下判断啊，马上通知到地面，然后地面的 那一群就知道用什么队形去对付对方。哦，这个有制空哦，各方面我跟你讲，这叫训练部队了。美国是最大的，他是负责玩之外还负责打仗，你全世界人都要交钱给他，也生活都是这样，所有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可以玩这个游戏啊，
除了加拿大、美国、欧洲一些小队，日本想玩都玩不起来，因为没有这种人啊，没有这么大的人也让他来胜啊。苏门龙比不比瘦多个班，我在条跟人胜啊，你这瘦多进个大家呢，这叫做帝国。我们开始要这个概念，因为过去咱台湾嘛是日本帝国。什么叫帝国？帝国思想跟你这种通敌，跟个流亡难民通敌的人，眼睛是越来越小颗哦，眼珠子越来越小，看不到什么东西，只看到每天收水油在做什么，就可怜哎。你们只会注意那种新闻哦，这只是大学队哈、哦、，Big Twelve， 现在他每个钢盔都有那个形象设计哈，啊打的时候有站的位置。他们在打球的时候，他们从小就学一件事情：你站什么位置，你就演好那个角色，麦克要跳来跳去，要守你的本位。你是谁就做什么事情，也不要往上跳。你不会再跳，你有没有跳一套井盖人拢？因为你身高体重不够啊。你如果聪明，你速度快，那就负责跑啊。你会接球，人高，你就负责接球啊。你聪明又高，那你就当 quarterback 四分位负责丢球。啊，你如果这都不行，矮矮小小，聪明没关系，到台上到上面去做策略分析，每一个角色都安排得好好的。美国的军队，来下一张，我们看美国军队长什么样。你看是，你看每年预算18兆，2014年18兆台币，18条，没办法想象养一个这样的军队，全世界可以打。现在目前全世界可以打军队只有美国，航空母舰人家几条的啦，中国说哇，我一艘，人家是一排啊。啊、是怎么打、哦、坦克车永远在研发最新的，美国有五军六军的，你看 US Army、哦、Marine Navy Air Force Coast Guard 五军、啊、陆海空三军，加上海军陆战队，加上海防，这每一个预算都不得了，每一个都是相当的 size， 叫做帝国。 OK， 隐形战机、隐形船，说的隐形，起码、哦、美国最新的还不到用人呢，一个兵多用的人呢，他现在只是无人就可以对付掉这些其他国家呢，美国以外只要无人飞机就可以解决了哦。慢慢知道帝国在玩什么，帝国现在还有什么高能量的炮弹，根本不用做炮，它只是 mass， 叫做用 mass 质量，很快的速度，8倍、9倍、10倍音速的蹦过去，就比你炮弹还厉害。没给做炮，不用去炸，它本身那个质量蹦结束了哦，很可怕哈、哦！啊，速度又劲，你没办法拦截的。现在飞弹可以拦截，那个来你没办法拦截，你没办法超过8倍音速去拦截一个质量飞弹。质量的几条胶、几条那个铁，啊，以8倍音速来嘣了，给它结束了。来下一个。好，讲到这个，我刚才跟你们讲到宗教节嘛，接下去我跟你讲那些画的节嘛，存在感之类的。你们上过我的课哈？我看我这样时间不太够，我要分配一下。来、啊、下一张，这都不讲，你们自己去补那些课。来下一张 ，game， 我们直接讲艺术好了。这是早期，差不多10000多年，15000到20000年前的人画的壁画，跟咱基本上为差不多哦。我看你现在叫你去画牛马，也差不多胸高位置，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人有没有进化？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哦。人就永远是这样。来下一张，啊，这边是以前传统的画。都好像照片 freeze 不要动。来下一张，后来印象派开始有点模糊，对不对？用颜色，因为那时候人类研究到颜色，原来我们 perceive 我们认知颜色是把几个颜色在眼睛里面把它组起来，不是真的那个颜色哦，里面有颜色的那个接收器。好，不要讲太深。下一张，来，这个看得懂的举手，看不懂的举手，看不懂的举手，看不懂的举手哦，有人举手哦。好，来，我来问，我只问看不懂的哦。就问你哈，看不懂的哦，看懂我就不问哦。看不懂，请问你这是画飞机大炮吗？是吗？不是吗？是不是画飞机大炮？是不是看不懂的人才回答？是不是画飞机大炮？啊，后面是不是？怎么这个也回答不出来？他有没有在画飞机跟大炮？有没有？没有就举手，不是的话就举手。来，刚刚那几个人、啊、不是嘛哈？阿田伟想是伟杂波的，请举手。杂波啊，杂波，杂波的啦。这我的不是有这个捏捏吗？这怎么会画？后来这个是第一次我碰到这样子写的。你给我讲下杂波啊，一起伟狼的丢啊，啊伟贵狼，这画几个人？
你们又知道画几个人，又知道画女生，又知道不是画飞机的话，你都看有嘛？你们当然看得懂啊，怎么会说看不懂？看得懂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说看不懂？是因为你跟你以前以为的人应该画怎么样不一样嘛？所以你别再跟我们贵吉头来套这个新的东西嘛。可是它也不是新的，那是你阿做一种画物件嘞，1907年一种画出来的啦。这个人叫做毕加索了。毕加索怎样啊？啊，毕加索为1907年画，你看不？啊嘞，还啊嘞，啊你的欣赏能力怎么样？退到100几年前，是啊。啊，咱过去欠债背嘛，我拄则毋是讲，无好好互老师教着嘛，啊老师嘛无好好教嘛，啊老师家己嘛毋办嘛，佫无要甲咱教嘛，对无？啊无怪咱即摆看无嘛，哦，安尼合理啦哈，因为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不会那么啊。下一张，我要帮你们解码。啊，皮卡索说他画那个画哈，不是他自己想的，他偷人家的。那、啊、你就想，他、啊、偷谁的？他说偷塞尚的，怎么偷？来问你们简单几个问题，你们在座有没有人写生过？写生啊，你在写生嘛？写生就是拿那些东西带一个便当去外面画嘛、哦、他说、啊、出去写生、哦、大家欢喜到不行、啊、今天不用上课跑到外面写生、啊、请问你写生时间通常是多久？一个下午，下午才去啊，中午才去写生、啊、哦，5点到6点、哦、好哦，2点到6点啊，我以为都是早上去，然后吃个便当下课。啊，请问你写生的时间有没有5分钟写生的？有啊，怎么没有？你们班上那些坏学生嘛，5分钟写生，对不对？画一画就跑掉了，老师来点名都没人了，对吧？是5分钟写生，是嘛？这就是5分钟出现，然后画完就跑掉了。啊，但老师点名集合，再给我照灯来交出去嘛，对吧？那就5分钟写生啊。再怎么坏的学生，有没有1秒钟写生的？有没有？没有嘛？1秒钟怎么画？我讲有，来，徐老师恭维绝对不会骗的。来回回到前面那个定格画面，再回，哎，这是不是1秒钟写生？告诉我，是啊，他定格他不动啊。哎，我请问你哦，我们写生的时候哦，哪些位哦？我过去带学生画画的时候，我说，哎，你搞骗，今嘛是下午，不，现在是中午12点啊，早上8点带你来画到现在。你画的是早上8点的东西，你现在看得到吗？太阳都从这边走到这边来了，影子都换了位置，你为什么还在画早上8点的情况？你把扁重画，啊，学生跟老师一起在说，真的啊，真的啊，啊，你讲话跟我意思吧？你还在画早上8点的画，时间、空间、时间都云也来过也走了，你在画什么？你不是在写生的，你在画你记忆里面那个图像的印象而已，那哪是写生？啊，这个算写生吗？这也不是写生，这叫做定格画面啊，1秒钟写生啊。通常这一幅画哈、哦，要画好几个月。啊，那秋千就当然不动给你画吗？没有嘛。所以这都是说谎的，要拍照片。所以这不叫写生，写生要像谁？来下一张看梵谷的，要不要看塞尚的？他本来这样画，他到老的时候，他是住在这山的前面，他很喜欢画山，叫圣 Victoria 山，他就住在半那边。去几间厝的多一下，来下一张。啊，他每天就面对这个山，每天画这个山，画了他后半辈子。来下一张，啊，画到后来变成那个啊，啊，你也要看呗，是不是灰灰去啊？是不是灰灰去啊？没招经验，我来讲哈，这个画家就老实，就故意。他每天在那边调颜色，看到颜色，他调准的时候画下去，哎，颜色变了嘞。所以他下一次再画，再调颜色，调新的颜色，再画上去，哎，颜色又变了，对不对？他是一直在换颜色，啊呢。所以他这幅画如果画了3个月，就是表示3个月对这个座山的一个记录，你要看呗。立体画派是什么？你知道？立体画派就是你一个东西放在这边不动，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对不对？哎、啊、呀，看吧啊。毕加索那个画，那个脸长得很奇怪，对不对？我这个人，你敢敢安尼看嘛是哇，安尼嘛是哇，啊对家看嘛是哇，对家看嘛是哇，对不对？啊，如果把不同角度把它凑在一起，就是换成毕加索那幅画，对不对？你们回到毕加索那幅画给他看一下。毕加索，来那个毕加索那幅画给他们看。啊，就这个，就是不同角度啊，同样是人啊，不同角度去看就变成这幅画，安尼也要看哈。来回到刚才那个梵谷的那个灰灰黑黑丁啊，这个就是什么？刚刚是人不要动，我从不同角度看
啊，现在是怎么样？这样会吗？你知道吗？东西不动，时间在动。啊，刚才是时间不动，人的角度在动，对不对？还要看呗，皮卡索喜欢那套位了，还要看哈。来下一张，啊，皮卡索就开启一扇门，什么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同一件事情。所以画画是不是一定要在画布上画？不一定了。所以五郎公，大地是我的画布，我插上避雷针，让雷打下来替我画画，那变成叫大地艺术，有厉害不？因为他把画的定义打开来了，不一定要画在帆布上叫画。那有的人讲说，啊，我可以用推土机，把头给运到海里面绕一圈，有厉害不？用推土机哦，真正对山顶管个头运到海里面绕了一圈，厉害哈、哦！五郎公，画如果只是概念，加上图像，加上原来东西，我就把三个放在一起。所以他画一张椅子，椅子什么？真的椅子摆在这边，画的椅子在这边，椅子的字典上的定义写在这边，鬼龙起来，把它分解开来，好你看，有意思哈。来下一张，哦，这个厉害吧？这个厉害吧？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岛，啊，这是船呐、啊，这这点啊是船呐、啊，这船哦，啊，这桥嘛，啊，你看这，这用布呢，布把整个岛呢包起来呢，有厉害吧？我跟你讲，光就技术上，台湾人又是制造业，哦、我懂制造业语言跟你讲。我跟你讲制造业语言，刚刚补 EQ 就不得了了。第二个，水有水流嘛，你别再会当嘛，要不然会变形，对不对？还有什么？你知道空拍这件事情吗？坐直，这是显然是空拍嘛。其实台北市哈、哦，你租一辆直升飞机，不会顶管啊，翕相，请摄影师，请一天一百万，啊这。要一百万呢，啊，你下面船去拉帆布要不要钱？要啊，你要人力啊，拉啊布要不要钱？也要钱啊。来下一张，你看这个，后来他包了几个岛，十几个岛呢，我笑啊，竟然我笑啊，嘿，布料用多少布料啊？把所有的岛都沿着河的岛全部包起来，有没有吓死人？竟然笑啊，叫做 crystalline sun cloud。啊，这人主持人都爱包物件，笑到上面停到。你看，这是德国的国会，国会啦，德国的国会啦，议会啦，迄大楼给包起来。啊，拄多我们那个季教授，伊伫咧德国读册迄阵，拄多即件代志发生，所以他可以纠正我讲，他包的不是美术馆，他包的是德国国会大楼。啊，再讲，他把整个海岸线给包起来。我下次给你们看这样，归海花了，用布给包起来。这个人都玩大的，这就帝国的艺术家在玩的游戏嘛。你敢拿材料费就吓死人，那个布料要不要回收啊？没有啊，在这做衣服给谁要穿粉红色的衣服啊？对不对？那么多个岛都是这么多布料就消化掉了，是不是？你有没有想到，制作过程也不得了，他的执行过程那个决心，还有那个计划，哇、哦，那个 scale 太大了。来下一个。什么叫抽象化？这才叫抽象化，啊、哦？什么叫抽象化？你看不？那么这 Cy Twombly、Richard Dimmock、Jackson Pollock、On Poi， 来下一张，哦，来再来，哦，这个我在解码哦，您看这看不？来，后来画到这个地方放在美术馆，很多艺术家就不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每一幅画都给上亿在卖的，啊，所以有一群看不懂的画家就生气啊，讲我要画大家看有诶。所以是什么跑出来了？普普艺术就跑出来了。他们是这种艺术的所谓的 high art 的反动组织，叫普普艺术。普普艺术就跟媒体结合，是大众大家可以欣赏的，叫做庶民文化。来下一张，所以他就说啊，大家每一天都在喝汤嘛 ，Campbell Soup 康宝浓汤，那都该喂的。来下一张，我不是做广告，玛丽莲梦露的照片。那、啊、你反正要画嘛，我都要喂玛丽莲梦露，咚咚咚咚咚。来下一张。你们要看黄色小蛙，还不如该看这个东西比较有水准。OK， 这是什么？都不是啊，他就是花把它弄成一个，然后你就自己去套一个形象上去。这叫 Jeff Koons 的作品。OK， 下一张是不是比较有气质啊？就算视觉上嘛，它水嘛，它勾追，啊，有勾追不？嘛靠追住嘛，比黄色小蛙靠有水准。来下一张，哦，来，再下一张。我在讲那个哦，艺术解码就是说，皮卡索开启了一扇门之后，所有艺术创作突然百家齐名，百家什么都可以，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丰富的。哦，来下一，这个是纽约哈，来，哎，光柳街哈，那艺术机关代级哈很难欣赏。你知道黄色小鸭在哪里最受欢迎？就是这种我们这种被殖民地，要不然就香港，反而在欧洲就没有那么受欢迎。那、啊、为什么？因为都是资源回收人。你们知道什么叫资源回收人吗？还知道？知道举手。资源回收人是什么？你知道吗？有上过我课？资源回收人是什么？怎么都不知道？你没有上过台湾史解码吗？啊，你知道例外来？有知道什么是资源回收人，请举手。你在哈、哦？要不要听我讲？好了。你们都要回去补课了。资源回收人都是这样，他正好部落跟部落之间，部落你知道，修台对吧？啊，修台是要抢啥？水资源啊，干啥？土地嘛，对吧？啊，修台了拢做啥物代志？甲迄对方的人总台而死，对吧？啊，无变安怎？你无台而死，后摆你该报仇啊，对吧？所以拢爱总台。啊，到过一阵子之后，这剩的人干嘛安尼唔对呢？我土地变大起来，啊，搞你捡人拢抬掉了，是下面去竞走，是不是自己要下去？是不是更累？啊，对，学巧啊，他就学聪明了。啊，学聪明做什么事情？我都给因较巧的、较有力的查甫拢抬掉了，老的老弱妇孺留在那边帮我种。啊，我时间到，我就给你抽税就好了嘛，对吧？反正你也不会反抗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哈、哦，啊，这样是不是比较聪明？对，哈、哦。啊、利用你的老弱妇孺嘛，啊，给恁囝教啊，都收编嘛，对吧？啊，替我生囝嘛，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种人，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资源回收人。什么叫资源回收？本来是笨手没有蛋掉啊，扣都等来再利用嘛，这样嘛。啊，资源回收人只专心一些事情嘛，因为他政治的代志都没兴趣，讲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伊敢对这有兴趣呢？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买东西啦。每天就在忙这个就好了，啊，我们隔壁就一个资源回收城嘛，对吧？就像香港嘛，啊，香港为什么是资源回收城？不光是看黄色小鸭哦，你知道它为什么是？过去哦，香港不是有一个总督吗？英国派一个总督来，啊，那香港就他帮他制造一个英国制度来探究这集，啊，总督来就把他抽税，税抽到英国去，啊就好了，啊，你继续在那边工作嘛，对不对？对，他租借了99，啊，后来中国收回去，对吧？啊，邓小平讲啥？啊，五兆票，马照跑，对吧？给我卖欢乐，继续继续，啊，时间搞中国中央税就抽回来，对吧？再利用他们嘛，对吧？啊，香港人后来97的时候收回来，对吧？啊，起码没有英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了，叫他唱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军歌，哦，大家 keep 不了，不要，我不要跟你管，上班了啦，他跳拢走了了，对吧？走对去，包括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对吧？大英国也想办法移民嘛，对不对？移民嘛，不卡抓啦，移民还是资源回收人。基里良照盖下还是对当地政府，他们就是没有头的身体，你知道吗？没有效忠对象，就说没有头的身体。一些人的功能都有，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所以他送到哪一个国家，那个国家都可以使用他们。他没有效忠的对象啊，一个人逃恰给都是安尼啊。什么叫资源回收人都像那样，每天只关心明天才会上班啊，啊这钱要怎谈啊，要怎吃啊，学生都要上去上课，这样只没有这几项，至于他是什么人，对多少来要去多少去，完全不知道，谁在人说谁在人给你领地，那就是资源回收人嘛，放在地都可以，哪一个国家都可以用的人叫资源回收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你知道吗？这叫资源回收人。啊，台湾过去是怎样，我们叫正白嘛，那你头给我们剁掉嘛？我们的效忠对象不然日本天皇嘛？给我们剁掉啊！天皇的头被悬置嘛？啊，每天继续工作，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嘛？我们是谁？啊，往哪里去？啊，都给我们剩下嘛？资源回收人就是这样子啊。那现在的资源回收人，他的脑袋是怎么换成什么？换成媒体。所以这个脑袋记忆力有一个记忆力哦。那资源回收人，你知道记忆力有多长吗？资源回收人的脑袋的记忆力有多长？你都不知道哈，外公，三聚氰胺一个月就一个月，收水油一个月就一个月，红中秋一个月就一个月，为什么？因为媒体炒作了一个月嘛，啊，你一个月里面都在听媒体嘛，因为资源回收人一看他注意媒体，媒体是他的组织呢，他所有的讯息来源叫他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媒体，他只相信媒体这个权威呢，怎样哦？
资源回收人的组织叫做媒体，他脑袋换成媒体，他没有效忠对象，没有价值判断的标准，媒体给他，媒体教他，还知道吗？媒体叫你去买什么，你去买什么，去看黄色小鸭，这顶人去看黄色小鸭，他没有判断的标准，没有价值判断标准，啊，你来这都不是啊，你们开始有效忠的对象，你知道你价值应该放在哪里，谁是你的组织，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物啊。过去台湾人不管获得东西的对错，你看刚刚有没有效果、哦、所以在我这关油我都有钱他赚就好，插出来去死，变成别人的事情，这个资源回收人典型的心态，没插别人的。台湾人还有很多问题哦，公私不分，下面是公的领域，什么叫私的领域也分不出来，所以才会公园里面跳大妈跳团体舞嘛。什么叫大妈跳团体舞？你知道公园里面几个大妈围在一起开始放音乐，大家一起做动作，对吧？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人家说啊，这个很健康，大家应该是鼓励。错，先进国家不会跳大妈团体舞，不会在公园跳，为什么？这是公共场所。第一个，你音乐放下去逼着大家不非听不可；第二个，你已经占了一个空间，不准人家使用这个空间。所以说大妈舞不可以啊，中国有啊，中国有大妈舞 啊，台湾嘛，第一做跳大妈舞啊，公私不分嘛，啊不就是摊贩啊，摊贩就是物件给推着去，就开始卖物件。为什么？那是公共的领域，你在赚你自己私人的钱嘛。啊不头哦哦啊，这都变做领导哎，那公领域跟私领域分不出来，那懒车会。啊，车子一放随便停就是了，他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用，公领域私领域没分出来，他不晓得使用者要付费。哦，这站在台湾南部他更改哦，但是我点出来什么叫做资源回收人，他的行为、他的动作、他的思考、他的组织，一样一样都列出来。啊，咱台湾人过去就是叫安尼练练到变到安尼去，家己唔知啊。那我让你看到什么叫帝国，帝国人是会遵守游戏规则的。我跟你讲哈、哦。即使在美国、哦、住宅区也分好几类，你知道吗？住宅区有高级住宅区、中级住宅区、低级住宅区。低级住宅区的人就去乱七八糟了，不守北单了，你知道？拍摄我不只讲人种，但是真的有些人种，他们的社群多来收来就去乱七八糟，垃圾到处乱丢啊，犯罪率高。大家觉得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低级住宅区的。啊，中级住宅区也是资源回收人，但是比较有特殊，比较有规矩。他会说、啊、你隔壁的草没有剪哦，这影响我们社区的团体的生活。哎，隔壁邻居可以去要求你，可以告你，所以你就要把草推干净。这是稍微高级一点，这但是还是中级哦。高级住宅区里面严格要求，连你进来这个社区，像纽约那些好的 mansion， 你进来我要审核你是谁哦，你是什么工作，你夫妻什么工作，你孩子受念什么大学，过去三代做什么。移动也给你查呢，你要够资格，他才让你住进来。也就是说，你越住越高级的地方，你受到的规范越严格；越低级的地方，青菜力来，还在哈。所以你到中国，你就看到了乱七八糟啊！你再怎么高级，买不到高级的享受啊！你薪水再高，也买不到高级的享受。所以他们很幸运，他们的知识分子想办法外移嘛，我是移民到其他国家嘛，只有公台湾人才会往那边跑嘛。因为职业来带着他走，因为我们是资源回收人，哪里有饭吃就哪里去、啊、他不管没有选择、啊、所以台湾人都把慢慢就流失掉，因为都资源回收人放哪里都可以用啊。现在人家只要用钱把你吸引住，这些资源回收人就跟着去啊。因为资源的人回收人外来工只有身体的没有脑袋的，所以只要能够把你喂饱的地方他就去，有本来家里就会去、啊、还知道吗？黑的资源回收人的话嘛，阿里哪个叫共的病啊？这些台湾人就是资源回收人会衍生出很多谚语，然后大家互相讲得很高兴很爽，其实叫做资源回收人嘛。他没有效忠，他没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嘛，所以他们就是庶民文化变成组织，所以一个整个台湾文化用庶民文化把它推到最高的位置嘛。所以我刚才讲越高级的住宅区，他严格要求哎。但人没看没这块呢，讲想要关下这，我讲你讲迄句话的时候，你就是属于另外一个阶层啊。不啊不，好了，卖关下这，你可以另外接受再去生活了。社会就这样分类的，没办法。即使在美国这么民主的国家，也是这样分，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你讲我民主，他们自己自然分类。民主不是那种懒散的，不是上面下面全部混在一起，这不叫民主呢。
他们自己有区隔有分类呢，谁可以当统治者？不是阿里不达人就跑上去要当统治者呢？过去参中有那问过，谁最大？人民最大，哎呀啦！你要说人民最大，你就完蛋了。我你被选出来当参中议员，谁最大？人民穷多、啊、笑哎、欸！人民都搞不清楚状况的人，让他当你的组织最大的时候就完蛋了，干不起。侯一官搞不清楚状况的人统治还得了？当然不是人民最大，怎么会是？用骗去啊！那为什么谁最喜欢吹？去鼓励人民最大这个概念，谁？媒体？为什么？媒体靠这些人民在探家的嘛，所以他的新闻里面就是炒作大家起来哦，运动哦，一起做什么事哦，人民想多啊，就像那样。阿兰和民进党和国民党去顶，人家在塔卡拢攻击啊。社会不是这样结构，你真的把社会的指导方向、那些组织架构搞好，人民一准都完蛋。啊、不归给大家投票决定公司，对吧？我跟你讲。一家公司敢不敢用投票来决定公司要怎么 run？ 是下个月要生产多少？每天工资多少？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大家投票决定嘛？不敢嘛？那现在公司都照着斗起啊，对吧？啊，公司都不敢用民主制度，你为什么国家这个机器比一家公司还复杂几千几万倍的国家这个体制要用民主的方式来统治呢？靠柯林？不是嘛？所以一定代议嘛，你要选择选贤有能、无能力的人来做一些定管了，知道法理的人来决定嘛，对吧？现在知道吗？所以你过去那所谓的民主观，你不要套在中文的系统来。我刚才讲到语汇，语汇限制哦。但起码很细来讲，你对中国的思想来的纠结的纠结，其中一个就是语言，以后不要再用中文来思考了。哦，来下一张，不要讲那么多，这就没有上过这课，我再讲一次哈、哦。那是下面人很清楚、哦、这是 A 级的证据 DNA， 那你会抽出来的在 Dr. Spencer 就是计划主持人，在国家地理杂志。你知道我们人在传衍后代的时候、哦欸、染色体会复制，复制的时候会出错，出错的时候就产生你所有的后代都给你赶快有一个记号在他身上，一代一代传下去，又怎样对多少来。所以他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做 Dr. Spencer 做了70万个样本，把全世界的人今晚我还世间的人抽样，抽70万个，把所有的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抓出来的，最后所有基本上人类对调出来也要看没都从非洲来啊。有人说啊，老师非洲有较远啦，我是对调来，我较注意了。我来说对这家 M174 南叶门、印度南部、马来半岛啊，个台湾、日本啊，个韩朝鲜北部啊，再举个所谓的中原地区啊。中原地区下面人有澳洲来，有蒙古下来，有西藏过来，有南部上去的，那有这边是好几种人，南美加叠加差不多四万年前已经到了台湾了，三万几年前到这，两万几年前到中所谓的中原地区。所以中原地区什么人？十几种的人去来这南南几万年。所以谁是杂种？谁是杂种？啊，中国人是杂种啊，没有错啊，我们是科学证据啊，中国人是杂种啊。确确实实的，我没有在侮辱意思，是真的啊。他里面混了那么久，那么多种人在里面染吗？无，又是元朝统治，又是什么统治，混在那边嘛。所以你台湾人是就损的哦。那这些斗定完四万年没跟人家混，直到最近几百年人家才过来，数量有限。但是你本来东西勾刷做，要并不做后代。你想讲我讲台湾话，我就变台湾人；我讲客话，我就变客人，拢唔是啊。结果你这是勾刷做，要并不做后代啊。你想讲讲一款话，你就变一款人。啊，闽客械斗是那边的代志，你南美加台湾嘛，闽客械斗傻瓜，结果拢同一个祖先啊，做这个笨事情。所以你台湾人来去拜中国人是你祖先，你都不会做啊，还知吼？来，手机请关掉。来，上高级班就要小心这种事吼。来，那知道了，下一张。所以 Dr. Spencer 讲的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written in our day。”就是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是记载在我们协议里，不要都骗的，不要都有文化教育假编的历史被给你骗，不好哈，就把它出来。来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哈、哦、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参众议院我今天晚上也会讲到。这个倒三角。那基本上我们在运作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制度？一个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解码，经济解码。所以，那基本上所有的经济在运作到底根据什么？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什么叫资本主义？干单共了哈，十六世纪不是启蒙时期吗？启蒙时期的时候，人类从黑暗时间解掉，凯西开放去探索科学研究方法分析，笛卡尔去探索大自然，那样就产生很多发现，发觉哦，原来大自然里有这么多奥秘啊！比如说，领导下水对吧？领导下人无下水，弄下水给弄蒸汽造出来对吧？啊，可是你都无遐巧，你都不是发明家，人迄下水都会当发明蒸汽机呢。刚才下水这观念观察到，他就发明了蒸汽机 ，combustion。哦，蒸汽机一出来就开始制造速度就要加快，对吧？过去做一箱诶，一缸做两箱。啊，有了机器之后，刚做贵啊，清香，对不对？所以有了这个 R&D 研究发展以后，就产生很多科技。啊，有了科技之后，就制造很多的产品，产品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你就制造一个 money system 金钱的系统，把这赚到的钱又拿回来做 R&D。哎，这就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系统哦，它就像一个轮子一样，嘎嘎嘎嘎。在第一步的时候，给人 insight of nature 对自然的认知。之后因为科技给人 power 能力，掌控自然界的能力，然后制造很多产品，之后给人 reward 奖品，奖品就是钱。所以这个系统的尬料很多事情解决，像什么比如说过去黑死病死的几百万人，澳洲死几百万人，但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钱开始出来，很多钱他就花去做研究嘛。过去你要做这疫苗研究，哪有可能？都没有钱，都没有材料，没有科学实验室，都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钱嘛。那后来因为有钱，这个尬起来了，很多疾病就被控制住了嘛。那因为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的巨轮在弄以后，大家的知识变多。我跟你说，手机让过去敢想，手机让卡电话就好啊。现在是智慧型，对吧？错了，因为有智慧型之后，你是不是需要更多知识去了解什么样使用智慧型？所以人的知识就一直增加。我只举这个例子说，因为资本主义在运作，人产品越来越复杂，所以你就要学习更多，所以人被迫要学习。所以现在为了让市场变大，文盲的人已经没有了啊。过去你如果在那个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世界之前，很多不识字的嘛，可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开始滚了以后，文盲减少了嘛，疾病减少了嘛，对不对？疾病得到控制了嘛，人类的生活享受增加了嘛。现在要说善吃到没饭吃没了啦，你如果穷的话，你媒体给你一报，马上明天捐款几千万就进来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哦？哎，你赚几世人也没一千万，你说我咬到要死，千几万进你的户头，你把邮政户就有钱捐进来了。你知道媒体现在是这么好控制的吗？哎，听不懂算了。战争的形式也一直都在改变，所以因为资本主义的运作造成人类很多的幸福，当然它也有的副产品我们不讲，但是先往前。我问你，资本主义在运作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如果它不转的话，人类现在生活马上退到哪里？蛮荒时代呢，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哦。我举个例子，那时候我跟一会讲，他说我们以后大家都会担任内阁啊，或者议员，对不对？通过一个法案，说为了节能减碳，明天所有的卖场温度上升2度，好不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上升2度，本来现在26度到28度，冰温到个烧热，我想到要记啊，是吗？我直接温到上网买就好了。那卖场都白开了吗？那制造产品放在那边卖给谁？那个只要销售的速度一减缓，经济就停滞了嘞。一减缓就没有再制造生产了呢。工厂做东西做给谁啊？薪水怎么发下去啊？这些人怎么养？他怎么再去买钱？这个整个经济一慢下来，你要让它起来起不来了呢。经济要一个固定的速度一直在走，一直在尬。人类就是这样在这里面才得到现在说的好处。你不要以为用节能，所以在这样的经济制度在运作的时候，什么样的宗教不能再下去了？外公在这里面最糟糕的就是有钱人觉得生活空虚啊，穷人觉得生活很满足，这个轮子就不动了。这不动了，经济就完蛋。听不懂哈？为什么讲说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因为他们想办法有钱穷人喂饱啊，啊，有钱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罪恶啊，这个轮子就不滚了，因为没有消费了嘛。啊，穷人得到满足，他也不想努力嘛。所以日本有所谓的下流社会啊，
欸，少年人出来就说，我一个月赚10000块钱住我爸妈家，啊 ,7 月买便当饭团就解决。啊，卡拉 OK 被看电影一下就全部看完， Uniqlo 买个减价衣服，啊，都过的日子还不错啊。啊，为什么要往上努力？我从薪水从10000块钱变成30000块钱，我要去上班，每天几点到几点，我要给老板骂，我想要 begin， 每天就上网在那玩那个。所以他们就有一群的年轻人不努力了，哦，因为他活得还好啊，基本上要的条件都有了，啊。所以当你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鼓励这些下面人都喂饱的话，那就有问题哦。所以你是参众议员，如果通过法案说我把让所有的穷人都消失不见，也不行，你要怎么给他们钱？你说我要让你工作换取，这样才会让这个运作一直运作下去，要不然你在摧毁这个系统，摧毁的系统是大家一起倒霉，哦，所以不要想得太单纯，牵一发动全身，哦，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你们考虑事情不能那么单纯啊，节能减碳，公狼在那，就是媒体在炒作的嘛。你要把整个经济运作是怎么样来评估清楚，才能做正确的决定。还在啊，这就是这个啊，资本主义运作的系统啊。那这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什么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得好的要被奖赏，做得不好要被惩罚。我先不讲这个，倒过来讲，如果做得好的被惩罚，做的不好的被鼓励的时候，这个轮子转不动了，那谁要做？上面人就不想努力了，没有新的产品了，过去就发生这件事情。怎么样？日本就是一个模范生，他努力的惨，结果日本的物件做得很好的很贵的还卖出去，啊，中国人做的物件都给人仿冒，啊，很好的，啊，大量的在卖，那就完蛋了，这个整个经济制度就完蛋了，卡掉了耶，不会往前走。那日本都要规矩卖卖啊，卖走 啊， 啊，公司倒闭啊，啊，就是每况愈下。中国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啊，把大家一起玩烂掉，越做越烂啊，日本东西越做越好。所以美国一定要做一个调整，在掌控这个资本主义运作这个系统要做一个调整，就让日本做得好越好，收入越高，这样才对嘛。啊，做得不好要惩罚嘛，因为你卖不出去嘛，你要做修正嘛，你要升级嘛，就这样子啊。现在知道了吗？要想哦，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哦。然后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问题哦。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所以你要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媒体，公开的一个资讯的。所以 Google 很重要啊。比如说我要买一台冷气，我上网打一下，把所有的品牌列出来，价格列出来，它的功能列出来，它的 performance 列出来，它的持久性列出来，对不对？它的用电量列出来，我做最好的选择。所以表现最好的产品最多人买也最贵，这样对吧？啊，最烂的产品几乎没有人要买，淘汰掉啊，就到第三流国家去卖，啊，那再丢嘛，这样才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这个资本主义的巨轮才可以滚得很平稳嘛。大家知道了哈，哦，大家好像还在怀疑，来没关系，走下一个，下一张。所以有人说啊，徐老师你说要坐要什么钱，我每天哦住地堡啊，我开布加迪跑车啊，啊你这又怎么样啊？你错了，你再怎么开跑车啊，你是属于这一级的，就奴隶，奴隶的奴隶啊，最低层的，上面还有一个中华流亡政府，直接给你灌。所以你50万人、100万人上街抗议那么好，为什么？你不是游戏规则制定者，你被闹下。所以台湾人过去拢想讲，家己是自己的国家，才会去吵，无好啦。马英那个像秘书长讲，放一粒石头，底下做你总统买鞋塞。为什么？他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嘛，他来定你游戏规则，不是你定他嘛。这个世界是强者在定弱者的嘛，对吧？啊，你就算你生活过的条件再好，你永远是那个奴隶啊，林家也受奴隶教育啊，就是这样啊，你只是混得很好的奴隶了，知道吗？那我们是告说把这群人弄掉，我们回到你直接统治，我们来做奴隶，我们来做一流二流的国家的，美国跟日本的呀，我们不会做你中国的三流的呀，四流末流的国家啊，所以观看咱实在是什么都不是啊，大家知道哈，哦，下一张。来，自由、幸福、快乐，这个我一直喜欢问这个问题。在座各位认为自由、幸福、快乐是一生追求的目标，请举手。自由、幸福、快乐啊，两句话就这样啊。来，Mark，我跟你讲错了，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什么叫自由？就我要随便我要做什么叫自由吗？还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你们在应该讲感觉吧？那幸福是什么？有点摩给你可以开，是不是就叫幸福？不是哦，是一种感觉，对不对？它是副产品，它不能当目标来追求。你不要弄错哦。我再举一个例子，但做什么事情呢？按照顺序来。比如说有一个医生说，我以赚钱为目标的这种医生，你敢不敢去看？我当医生，我以赚钱为目标的这种医生，你敢不敢？不然不敢看啊。什么一次可以看好看十几次，对吧？以北高的冲戏就算了。但是如果有医生说，我以给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务为目标的时候，因为这样，所以很多病人，对不对？因为他提供服务很好嘛。啊，因为病人很多，所以赚很多钱，对不对？对啊，合理啊。所以他这种赚钱的方式是对的，因为他按照顺序来，知道了？合理的嘛，所以他是副产品嘛，因为他做好他该分内的事情，他得到副产品。有个女生说啊，这个我就是要找这个嫁给我，我一生追求幸福快乐，所以这个男生看起来好像可以给我幸福快乐，所以我就嫁给他。就结婚以后啊，他不符合这条件，又换人，再嫁给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也不行，再换啊，你敢丢？嗯，丢嘛。结婚应该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我愿意跟他一起胼手胝足建立一个家庭啊，吃苦耐劳都 OK，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先生做好他先生分内的事情，太太做好分内的事情，小孩子好好念书，晚上回到家说先生或太太两个人一起煮丰盛好吃的晚餐，全家人坐在一起享受什么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嘛，那时候就有了嘛。所以他不是一个目标来追求的，他是副产品。当你把你分内该做照顺序去做好的时候，你得到就对了。很多人把性跟婚姻分开来，想把性从婚姻里面抽出来享受性，那就完蛋嘛。这就是媒体在鼓励的嘛。性这件事情需要在婚姻里面去享受，才觉得安全，才觉得可靠，才有目标，是为了传繁衍下一代。但是你把它抽离出来单独享受，那不对啊，你过程手法手段都不对，不会成功，你也没办法享受到性，永远在担忧恐惧未知底下，也没有保障，不是吗？虽然台湾人就回到正常的正轨，你把目标都定好了，其他按照顺序，按照顺序去获得，但台湾人都没管这一套。我要赚钱，只要管赚钱，剩下都没被管。所以你那些有人吃好戏，那也是人家的事。但是你说赚钱要取之有道啊，你就按照顺序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些来也好不来也好，你的价值观要定立的正确，做对的事情赢过去赚钱，是不是啊？如果做对我也要牺牲一种，我宁可付出这个代价啊。所以这就是什么有头的身体嘛。啊，如果只有身体的话，他只管他肚子是他的主子嘛。啊，那种性的人就是以那个做他主子嘛，他来引导他做事情的方向嘛。啊，如果肚子饿跟着跑的，就是以肚子来当他的头脑跑嘛。啊，他就没有脑袋嘛。啊，你怎样哈？来，下一张，下一张。要想一想，来，再下一张，再走，再走。我看还要讲什么？来，再走，再走。我还有几分钟，我讲一些简单的故事哦。我在很少人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会注意校长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讲什么话，我会去听哦。我记得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校长讲说，人一生哈都要去 fulfill， 就是完成一个 calling， 叫做呼召 ，gill calling 哈。那什么呼召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天生就是音乐家，就爱弹钢琴的啦，啊，但是他一直想追求这个目标，可是引出来说啊，弹钢琴啊，要创啥？去卡拉 OK 人替人弹琴，要赚偌济？叫伊去做医生，我说好，他就好好去念书，后来当了医生，哦，五子登科啊，妻子孩子啊，什么都有啊，啊，赚多少钱啊？但是他一直不快乐呢，因为他活在世界上，好像他这个才能，他这个对他的呼召，才能对他呼召没有去满足。所以他很希望赶快退休，赶快又回去弹钢琴。这个医生的故事，很多这种医生嘛，很多医生是给我们逼去做医生的啦，啊，赚了几年后都等于做医生爱走的，就这几关过书，而且就他没有对他当初才能对他的呼召没有回应，所以变成有遗憾，对吧？那还有另外一种呼召 ，calling from without， 好啦，很厉害的音乐家，也是钢琴家，但是哦，他在弹钢琴弹到一半的时候，他家里突然父母亲离婚。突然一大堆弟弟妹妹要人家都要去骑，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办？还可不可以继续弹钢琴？没办法啊，所以只好放弃掉他这个呼召。
马上去负责去探及养自己的弟弟妹妹。遇到这个情况，他必须要牺牲他个人的呼召啊，去，这叫 calling from without， 在他四周围对他的召唤，他去做这件事情，满足以后再回来他的本分，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做 calling from above， 从天上来的一个呼召，比如像什么马杰啦 ，Dr. McKay， 啊，加拿大人在美国念书，跑到台湾就奇怪、欸，他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啊，高知识分子，又收入又好，干嘛跑来这边？因为上帝叫他来做，但是他不做了什么？他如果不坐在欧洲享受生活，他就痛苦了。为什么？他想的给来的这有一个召唤啊，你没有去满足那个召唤，然后所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永远不会快乐。一定要你回到你该坐的位置上的时候，哦，坦然。所以他即使来到落后国家做这些事情，可他觉得很满足。他满足的原因是他做了他召唤他每一个人，你机器人哦，来到这世间哦，不是叫你来享受的啦，是叫你有一个目的，叫你去把它完成啊，你把它做好，你就很快乐。就算日子过得不好也没关系哦，但是你人生很有目标，得到满足，那个满足是钱换不来的，不是开跑车，跑车被骗人去炫耀的，那个有什么？都累积不了任何东西嘛。人的一生来这边一定有目的，你把目标完成了，那就是有价值了。管你活多久多长或痛苦还是什么，都是快乐的。为什么？你做你这个人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关键时刻了。我是个画家，我本来是画画是我的呼召啊，我干嘛跑来这边民政府演讲？因为我看到哇，我 calling from without， 外界的呼唤这个更严重，台湾这个人未来的方向在这个关键点里面要决定了啊。这哪做不好，拍谁我也没留进来，我每天在那边根本一直在担心外面的事情，我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所以鬼画笔暂时丢下来，好好的把民政府接头做起来走出来，因为这是关键的事件哦。台湾在关键的时间点上，大家都是关键的人物，我们一直在做关键的事情，都现在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呼召嘞。以后也不会有，过去也没有，过去那一代人被蒙蔽掉，你们这一代人清清楚楚。那为了咱后一代，咱起码在做关键的事情，是因为这样你们来到这边，是因为这样我来到这边，而且我们都已经整理出来了，这里面没有外面的人了，弄 MEC 四后代，我们第一次能够同心的说一些话嘞。大家同一个血统血脉，有同样的使命，要维持在台湾人的后代呢。只有回到大日本帝国这种正常的名分，严正名正言顺，恭维在昂下了。过去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人家像这个也懂，那个也懂，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不会觉得很闷吗？你不会觉得你很这个很奇怪吗？这一辈子活得很奇怪吗？啊，现在发力给你掏白起来，你知道清清楚楚知道我是谁，我很大声的讲，我谁都不怕，我等清清楚楚啊，发力嘛，搞集齐啊，真理让台湾人得到自由啊，就是这样子啊。我所以啊，等到有一天如果上帝还给我留活命的话，我是说这样代志无用了，还有时间退休也当去委托的话，那我就回去去满足我另外一个呼召嘛，对不对？但目前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暂时掐一笔来做这件代志。希望用这个来勉励大家。今天讲到这边，下课。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息哈。一楼餐厅那边用餐，好，一楼餐厅用餐，谢谢。